第四百一十一章火锅和麻将。别，不行！一番亲热之后，面颊红润、眼神迷离的唐玉在关键时刻叫停，同时摁住秦洛那只不断作乱的大手。秦洛也只好把手抽出来，随意的在唐玉白皙的大腿上抹了抹，语气轻柔的道：“没关系，不急于这一时。”两人的感情发展到现在，差的也不过只是一个正式的男女朋友身份罢了。而且两人平日里总是待在一起，秦洛一有机会就和唐玉在办公室里腻上两个小时。 那真是除了最关键的那一步之外，什么都做过了。作为一个正常男人，面对一个对自己予取予求的还这么漂亮的女人，那秦洛自然是忍不住想要发生点什么的。不过小姐姐在这方面相当传统，说什么都要等结婚才行。退一万步来说，那也得在正式确定关系之后，导致秦洛每次都只能在关键时刻悬崖勒马。对此，秦洛也是表现出了十足的尊重，并没有急于求成。只要唐玉有迟疑，那他就果断收手。不过唐玉毕竟是个成熟懂事的女人。 哪怕没有过那方面的经历，也知道箭在弦上不发出去是有点难受的。尤其秦洛总是这样一副温柔姿态的表示理解，他心里就更是觉得内疚。毕竟当初秦洛主动告白是他没有接受，偏偏他确定自己喜欢秦洛，之所以拒绝也只不过是因为自己比较矫情拧巴，否则两人早就该双宿双飞了。看着秦洛从自己的身上慢慢下去，唐玉咬了咬嘴唇，小声道：“你那个会不会很难受啊？”秦洛看了他一眼，略带调笑的道。 你指什么？你明明知道的。唐玉娇嗔一句，羞涩道：“就是那个，我听说男人不继续下去的话会很难受的，还有可能伤身体什么的。”哈哈，小姐姐你还挺可爱的。秦洛忍不住笑了笑。伤身体这种话只是一些男人的借口罢了至于难受吗？那确实会有点，而且这点男女都是一样的。不过我尊重你，不急于这一时，反正我们早晚都会在一起的，不是吗？听到这话，唐玉心里也感觉甜腻腻的，同时又有那么一点点歉疚。 于是他犹豫半天，终于还是对秦洛伸出了手。秦洛微微一愣，低头看着他伸来的手，你做什么？唐玉不说话，眯着眼，咬着唇，默默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渐渐的，小姐姐越来越熟练，秦洛也跟着放松下来，全身心的投入到这难得的享受当中。突然，唐玉冷不丁问了一句：“那次在飞机上，姚妍妍是不是也是这么做的？”秦洛，说实话，差一点，就差一点就结束了。结果呢？就因为唐玉这一句话。 他酝酿了半天的感觉，突然又退回去了。深知这是一道送命题的秦洛，没有贸然开口，而是很机智的选择了沉默。因为这种问题，无论你怎么回答，无论你回答的有多漂亮，对此时待在你身边的女人来说，都不会是什么爱听的话。所以说，不如不说。这样，哪怕他心里会有些不满，但也总比你顺着他的话题继续说下去要好。果然，见秦洛沉默不语，唐玉撇了撇嘴，表情明显是有些不高兴了，以至于连手上的动作都变重了些。 秦洛顺势露出略显痛苦的表情，却是一声不吭。唐玉见状，顿时就不敢用力了，小声询问道：“很疼吗？”秦洛摇了摇头，目光柔和的注视着她，无比深情的来了一句：“唐玉，我爱你。”秦洛平日里总是会调戏性的叫唐玉小姐姐或者唐秘书，很少像是这样正经的叫她名字，这让唐玉顿时就觉得心里怪怪的，有种莫名的满足感，连带着那因为想起姚妍妍的小小不愉快也消失了，继续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两人在房间里折腾了大半天，直到日落黄昏才出门。倒不是硬折腾了那么长时间，而是唐玉后来身子骨软的厉害，以至于抱着秦洛在房间里睡了一觉，直到傍晚才睡醒。醒来后就一直幽怨的看着秦洛，毕竟对于他来说，能用手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可秦洛这厮也不知道为啥体力那么好，愣是半天都不结束。好不容易完事儿了吧，没一会儿就又支冷起来了，看得唐玉眼睛都直了。他寻思自己了解的也不是这样的呀、啊。 网上不是说一般人都是几分钟就结束吗？十几分钟、二十分钟都算长的了。哪怕自己用的是手，那也不该那么久啊。而且久就算了，一般人完事儿之后不是会有闲者时间吗？怎么秦洛这好像没 C D 似的，自己这边手都还酸着呢，他就打算来第二回合了，就很过分。唐玉当时就连忙摆手说不要不要，秦洛也没坚持，只是盯着唐玉的小嘴看了半天，然后悄悄在他耳边说了什么，接着唐玉的脸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了一片。 抬手就拧住了秦洛腰间的软肉，一边拧一边大喊变态，心脏更是跳得厉害，脑子里不断冒出一些少儿不宜的画面，险些就要把自己的 cup 给烧了。毕竟对于纯洁保守的小姐姐来说，嘴一般都是用来吃饭喝水的。如果不是秦洛不说，他愣是不知道嘴巴还有另一个用途。而如果让他知道同样用途的地方在女人身上还有第三个的话，又不知道还会有怎样的反应。日暮西山，天色渐晚。 提前在网上做好攻略的秦洛带着唐玉一同离开酒店，乘坐酒店的劳斯莱斯迎宾车，吩咐司机直接来到了荣城有名的魁星楼小吃街。我看网上说这里有家串串香挺好吃的，咱们去尝尝。秦洛下车后说道。嗯，都听你的。唐玉依偎在秦洛身边，乖巧活的活像个小媳妇儿。两人此时都戴着墨镜，秦洛虽然颇为有名，但毕竟不是真正的明星，平日里公开露脸的次数较少，又不会频频出现在荧幕上，所以。 也不至于走到哪儿都被人认出来，但为了避免那种情况的发生，所以还是戴上墨镜好些。至于唐钰，纯粹是为了遮挡自己那该死的魅力，这倒也不是自恋，而是唐钰长久以来积攒的经验。像是走在街上被好多人盯着看这种事，唐钰从中学开始就在经历了。平日里也就算了，但这次是和秦洛单独出来约会，他可不想被人打扰。尤其是和秦洛在酒店腻歪了大半天之后，此时的他心态又稍稍有些转变。 和秦洛手牵着手漫步在烟火气十足的街头，让他真心有种甜甜的恋爱的感觉。庞佛连空气中的烟火气都变甜了。走了一会儿，秦洛带着唐玉来到一家串串香店门口，这是他在网上看到的一家当地比较火的串串香火锅店。本以为会很热闹，可隔着透明玻璃往里面一看，却发现里面并没有几桌客人。相比之下，倒是斜对门的一家火锅店热闹非常。不知是屋子里的餐位已经坐满，连门外路边摆着的餐桌都坐了大量的客人。 又有不少人在店门口进进出出，俨然一副生意火爆的样子。硬要说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这家店看上去比较朴素，体量也比较小，和那些连锁的大饭店没法比。可这其实也算不上什么缺点，甚至还能算优点。毕竟在这样的路边吃这样的美食，大概才算是真正的人生烟火气。唐钰也注意到了两家店的对比，想了想后，对秦洛说道：“这边怪冷清的，要不还是去吃那家吧。”心有灵犀，秦洛对着他笑了笑。 两人走到那家火锅店前询问还有没有座位，运气不错，刚好还剩一个空桌。坐下后点了一些招牌菜以及六瓶啤酒，在主菜还没上桌之前，先就着凉菜开始对饮。今天就先简单吃点，吃完去散散步，明天再带你好好逛逛荣城。秦洛一边说着，一边举起盛满酒水的杯子，唐玉递出酒杯和他碰了一下，而后将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笑着问道：逛什么？看大熊猫？火锅要吃，熊猫当然也要看了，不然这趟荣城不是白来了。 秦洛重新将两人杯子里的酒倒满，继续说道：“不知是大熊猫，蓉城还有很多值得体验的，比如川剧变脸、围炉煮茶，还有川菜什么的。难得来一趟，我想带你把这些都体验一遍。”唐玉能从秦洛的字里行间和眼神语气中感受到他的真情实意，因此自然感到满足和甜蜜。他抿了抿嘴，略有些羞涩的道：“只要是和你在一起，去哪儿看什么吃什么，我都很开心。”话音落下的同时，他放在桌上的手机突然响起。 秦洛瞥了一眼手机屏幕，认出了备注的人是公司艺人部门的一个经纪人，无奈道，又是工作。唐玉朝他翻了个白眼，你这个老板当的倒是轻松，什么事都丢给我这个秘书，工作可不就多了。说完，他接起电话，不等对方开口便说道，我正在休假，有什么事你自己做决定，做不了决定的就等我回去再说。就这样，因为出身不凡，唐玉自小就培养了几分上位者的气质，这得益于他那个地位不俗的爹，如今跟着秦洛一起开办公司。 大大小小的事处理了不知道多少，形形色色的人也接触了很多，那份气质便显得更是成熟，以至于接电话时的神态语气都透出几分气势。手机对面的人显然是被噎了一下，过了几秒才略带歉意地道：“抱歉，唐秘书，打扰您了。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想问问我旗下的那个艺人的出道事宜。呃，我这边就不打扰了，祝您玩得开心。”说完，对面很快就挂断了电话。唐玉将手机放到一边，端起杯子和秦洛碰了一下，却没有急着喝下去。 而是一边摇晃酒杯，一边自言自语似的询问道：“秦洛，我们会成功的，对吧？”当然，秦洛端起杯子和他碰了一下，由此换来唐玉满足的笑容。不多时，火锅和各类肉菜纷纷端,端上桌来，小小的木桌很快就被摆满，剩下摆不下的只能放在一边的架子上。卤大肠卤、卤鸡脚、卤牛肉，还有各类牛肉和涮菜，哪怕是还没下锅，都能看得人食指大动，更别说那摆在桌子中间不断翻滚的红油锅底，腾腾热气袅袅升起。 鲜红的辣椒随着鲜鸭血在锅底中不断翻滚，让人忍不住有些吞咽口水。两人只是吃了第一口，便是眼前一亮。川渝不愧有着火锅之都的称号，这抵达荣城的第一顿饭便让他们吃了个心满意足。饭后，两人没有再继续乘车，而是手牵着手漫步在荣城的街头。夜幕笼罩着这座繁华的城市，灯火辉煌的夜景在两人身旁浮现。他们静静的走在宽阔的街道上，手牵着手，如影随形。 城市的喧嚣声随着他们的脚步逐渐淡去，渐渐形成一种只属于他们的安静、温馨以及甜蜜。与此同时，两百公里外的兵仪室，我跟你们讲啊，我们川蜀的麻将可好玩了。我们平时玩血战到底，就是一个人胡了之后，另外三个人还能接着打，一直打到剩最后一个没开胡的位置。我们一般玩八个听用的，听用就是赖子，如果翻到二万，那就是一三万的赖子，一共八个。如果不小心打了赖子，就不能开胡了。不过我们自己玩就没那么多讲究。 大家随便玩。哦，对了，最重要的是开局要定缺，就是万条子筒子要打缺一门，不然会被茶花猪。茶花猪的意思是，还有啊，打的时候不能吃，可以碰，而且还能用赖子碰，这种碰法就叫飞。而且如果你后来抓到了那个飞的牌，还能把赖子重新拿回到手里。需要注意的是，飞的优先级要低于不用赖子硬碰。好了，规则差不多就这些了，咱们四个打几圈吧。老秦，洗水果去。秦洛的外婆家在宾仪的一个小山村里。 但几年前，秦洛的父母就在市里买了套房子，为的是让老人家搬到城里住，这样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能更方便一些。不过老人家对此是不愿意的，一方面他们已经在山村里待了一辈子，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上山劈柴，回家喂鸡的生活；另一方面是老朋友们大多也都在村里，去了城里没人能陪着聊天。就这样，秦洛父母几年前在宾仪买的房子闲置了下来。几年过去，房价还涨了不少，算是一笔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成功小投资。 此时正值夜晚，老秦和秦母就在这个房子里招待了姚妍妍、邵星星和许珂，准备等明天再去村子里。晚饭自然是秦母下厨，许珂为了多刷一刷秦母的好感度，自告奋勇进厨房帮忙。本来秦母觉得许珂这样漂亮的女孩应该是不会做饭的，结果发现这小姑娘无论是洗菜摘菜，还是准备配料啥的，看上去都很利索熟练，俨然就是一副经常下厨房的样子，这让秦母不由得有些欣慰，但欣慰之余又不免在心里叹口气。 毕竟再怎么说，这也已经是儿子的前女友了。而眼看着许珂都开始行动起来了，不会做饭的邵星星也只能干着急。寻思了半天，终于是想到了刷好感的好办法，抄起扫帚墩布就开始大扫除。毕竟房子买了这么多年，一直闲置着，虽然大部分家具上都盖了防灰尘的布，但时间久了还是显得有些脏。邵星星正是发现了这一点，便开始勤快的清洁起来。这一幕也是看得秦母欣慰不已，同时又有些头疼，毕竟邵星星打扫房间的手法太生疏了。 一看就是平日里没怎么做过家务的，而她又贵为大明星大小姐，这表现一看就是冲着他们两口子，或者说是冲着秦洛来的。除了喜欢，还能是因为点啥？姚妍妍和秦洛的父母最熟，如今和秦洛的关系也已经稳定，倒没有刻意去做刷好感的行为，最多就是看邵星星太笨拙，所以帮着一起给屋子做大扫除。老秦当然也没闲着，帮着一起收拾。等几人收拾好几个房间，晚饭也做好了。小半天相处下来。 许克和邵星星也没了一开始的拘谨和内敛，姚妍妍更是从始至终都很轻松自然。待一顿和谐的晚饭结束后，秦母招呼着三个女孩开始打麻将，理所当然的三人在这方面都是纯新手，不过在秦母耐心的教导下也很快上手。此时正在一张电动麻将桌上激战正酣，而老秦则沦为了刷碗工。麻将这玩意儿越打越上头，尤其是对浅浅熟练的新手来说，以至于几个女孩都忘了帮忙刷刷碗啥的了。当然了。 这也有秦母的功劳在。刚吃完饭的时候，几个女孩也说了要帮忙，但秦母硬是把他们拦下了，然后一个个就摁在了麻将桌边，直接把其他的事都丢给了老秦。可怜的老秦，此时就只能默默在厨房里刷盆洗碗，耳边则是不断传来几个女人激战的声音：“二根，二条是吧？飞，哎，不准飞，我硬碰，哈哈，都别吵，我胡二条。阿姨你输了，邵星星你是不是傻呀？阿姨刚才不都说了吗？” 穿麻不能点炮，只能自摸的。啊，这听着那愈发激烈的战斗声，刷碗碗的老秦也不由得有些手痒，于是走出厨房，对着秦母招呼道：“我也出去打两圈哈。”秦母兄弟姐妹五个，本来是六个的，但老四夭折了，所以就只剩五个。而秦母排行老五，最小的是秦洛的舅舅老秦的小舅子，除了秦洛的大姨和大姨夫还留在山村，其他亲戚大多住在殡仪市城里了。老秦虽然一年到头来不了两三次，但和这边的亲戚相处的还不错。 此时就是打算去找小舅子换人搓两圈，顺便商量商量，明天回村后有什么活动。去吧去吧，哎，我杠，我在杠，杠上花家清一色金官调，五番，拿钱拿钱。到底是川渝女人，秦母平日里虽然温柔体贴，打起麻将来倒是颇有种六亲不认的气势，那一口方言飙的，让老秦心里直呼现原形了。好在几个小姑娘也没被吓到，反而是被带动了情绪，打得越来越起劲。 老秦孤家寡人不被理会，忍不住叹了口气，然后默默掏出手机，对着麻将桌边的几个女人拍了张照片，反手就发给了秦洛。待离开小区后，老秦点上一支烟，美滋滋的吸了一口气，接着又想到了什么似的，自言自语道：“坏了，这照片要是让唐玉看见，俩人不能打起来吧？”如此说着，老秦便迅速掏出手机，打算把照片撤回，结果发现时间已经超过两分钟，没法撤回了。而秦洛那边也久久没回信，是还没看到？ 还是已经吵起来了。老秦看着聊天框眨了眨眼，接着默默收起手机，抽了口烟，咂巴着嘴道：“管他的，反正又不是跟我吵。小兔崽子年纪轻轻就四处留情，活该遭罪。”说到最后，老秦的语气还显得有些愤愤不平。荣城香格里拉酒店的总统套房中，唐玉正坐在床边，一脸纠结的盯着床面上的手机。手机是秦洛的，而秦洛此时正在浴室里洗澡。刚才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显示是收到了一条微信，但因为没有解锁。 所不知道消息的内容，当然也不知道是谁发来的。世人都有好奇心，更何况唐玉还是个女人，还是个恋爱中的女人。众所周知，男朋友的手机对恋爱中的女人来说有着难以抵抗的诱惑力。这倒也不单纯是有关信任问题，想要看看男朋友对自己是否忠诚，其中还有好奇心和窥探欲在作祟。当然了，秦洛如今还不是唐玉的男朋友，所以他没法心安理得的去看秦洛的手机，就算是他做这种事也会感到心虚。 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以及自己养成的素质，不允许他做出这样的行为。可本能和天性又让他有些控制不住。再加上秦洛虽然对他很好，口口声声说着喜欢，说着爱，行为上也能展现出他的真心，但偏偏他身边的女孩太多，其中还有两个是他的前女友，而且关系似乎还有些不太正常。在这样的情况下，唐玉就算再有素质，也很难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态。于是乎，在纠结了几分钟，又确定了秦洛还在浴室里认真洗澡之后。 唐玉还是忍不住把手机拿了起来，就看一下，我就是单纯好奇，想看看刚才是谁发来的消息。看完我就把手机放回去，其他的绝对不多看。唐玉掩耳盗铃似的自言自语着，左手拿着手机，右手一个个的输入秦洛手机的解锁密码。有一次，两人在办公室谈事情，秦洛解锁手机的时候就被唐玉看到密码了。当时唐玉还笑着说了一句我看到你密码了。”秦洛听后就很大方的把手机递给唐玉，说随便看。 唐玉当时自然是没看的，表现出了对秦洛十足的信任，但心里却默默的把密码记了下来。直到现在，这密码终于有了用途。当六位数密码输入进去后，手机立即解锁，弹出了一个简洁的桌面。秦洛的手机很干净，除了一两个益智类休闲小游戏之外，就基本都是一些日常会使用到的 App 软件了。唐玉点进微信，一眼就看到了刚刚发来消息的人，头像是一个看上去很阳光的戴着墨镜的中年大叔的自拍，头像旁边还有个醒目的红点。 唐玉理所当然的认出了，那就是今天刚刚献过的秦洛的父亲，并且对方的备注也是老爸。呼，唐玉稍稍松了口气，本来是没打算再点进去看的，但想了想，觉得手机都解开了，不看的话，这锁岂不是白解了？自己岂不是白挣扎了那么久，做了那么久的心理建设了？反正自己也说了只看这个消息，也不算违背自己的决定。唐玉如此想着，然后便点开了老爸的聊天框，然后唐玉盯着手机看了几秒。 那一双精致秀气的眉头则越皱越紧，因为那呈现在聊天框里的最新消息，赫然是秦洛的父亲发来的一张照片。可不知道是为什么，这照片一直都加载不出来，信号不好。唐玉皱着眉查看手机的网络情况，发现无线网是好好连着的，但照片就是加载不出来。于是他断开无线网，使用流量，可照片还是加载不出来。这什么情况？唐玉显得有些疑惑，然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拿起自己的手机给秦洛发了个表情包。下一秒。 秦洛的手机就接收到了唐玉发来的表情包，而看到这一幕的唐玉却是纳闷的不行，网络没问题啊，他嘴里喃喃自语，随即恍然道：“该不会这图片本身就是这样的吧？”唐玉上网冲浪的强度不高，但一些流行梗也知道，偶然间也在刷短视频的时候见到过这种图片加载失败点 jpg 的图，有的人看到这种图之后，第一时间就是会怀疑是不是网卡了，结果最后才发现是这图片本身就是这样，主打的就是一个搞怪。秦叔叔这还真是童心未泯啊。 他干笑着扯了扯嘴角，而后退出和秦洛父亲的聊天界面，随手就打开了下面紧邻着的秦洛母亲的聊天界面。下一秒，唐玉微微一愣，发现自己似乎违反了初衷，毕竟他刚才都说了只看最新的消息，看完就把手机放下，结果这一不注意就又点开了第二个人的聊天框。一时间，唐玉那种心虚的感觉更明显了。但既然点都点开了，他只好在心里默默对秦洛说声抱歉，然后默默扫了一眼秦洛和他母亲的聊天内容。嗯。 没什么特别的，都是一些家长里短。唐玉没有上滑继续看，而是退出这个聊天框，纠结挣扎了半天后，默默点开了姚妍妍的聊天框，就看一下，就看一下下，我只是单纯的好奇，可不是怀疑什么。他嘴里不断催眠着自己，眼睛则是一眨不眨的看向秦洛和姚妍妍的聊天内容。十一月一日，姚妍妍，我经纪人说，接下来可以让我试着多参加一些综艺什么的，你怎么看？秦洛，明天我要和唐玉去趟川蜀。 你和你经纪人自己看着办吧，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姚妍妍，好的。十月二十五日，秦洛，下个月打算让你出手新歌，你有风格方面的偏好和想法吗？姚妍妍，都可以吧，我也没什么特别擅长的，硬要说的话还比较擅长口水歌，要不就来首口水歌。秦洛，你不怕挨喷就行。十月八日，唐玉一连往上翻了半天，发现今天秦洛和姚妍妍都没说话，最新的消息就是昨天的。 而其他的聊天记录也是隔好几天才会有一次，并且聊天内容几乎全部都跟工作有关，别说暧昧不清的文字了，就连闲聊都很少，这不科学啊！唐玉不由喃喃自语，想了想后又打开了许克的聊天框，心里想着这是最后一个，看完这个绝对就不看了。十月二十九日，许克，秦洛，你是不是快过生日了？你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吗？我提前给你准备礼物。秦洛，都可以，先提前谢谢你。十月二十一日。 许科，秦洛，你新出的那些歌都好好听啊，尤其是你自己唱的那两首，我可喜欢了，每天都在单曲循环呢、啊。秦洛，嗯，喜欢就多听几遍，也算是帮我们的音乐榜贡献热度了。十月八日，许科，今天上学的路上看到了一株开的特别漂亮的花，我把它采下来做成书签了，给你看看。许科，照片，秦洛确实很漂亮。九月三十日嘶，唐玉倒吸一口凉气，嘴里再一次喃喃自语道：这根本不科学啊！ 不科学，非常不科学。在唐玉想来，姚妍妍和许珂虽然已经是秦洛的前女友了，但互相之间的情感纠葛却还没有结束。像是姚妍妍，尽管无论是她还是秦洛都已经说过两人不可能再在一起，尤其姚妍妍还在电视节目里说过那样的话，无形中就好像是给两人之间画上了一堵墙。可这堵墙在唐玉看来却是随时可以推倒的。许珂本来是应该结束了的，可他对待感情太过偏执，甚至可以说是极端。 他用自己的方式，在那两个月的暑假期，将自己和秦洛之间的裂隙慢慢修复。如今修复到什么程度，唐玉不知道，但秦洛对他的态度却是肉眼可见的，比以前好了太多。虽然他们两个和秦洛相处起来都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但上次和姚妍妍以及许珂谈话的内容，至今还回荡在唐玉的脑海当中。几个女人虽然都没有明说，但互相之间自有默契。唐玉已经认定了他们情敌的身份，偏偏秦洛和他们都还有感情基础，在这样的前提下。 他们之间的聊天就必然不可能像是普通朋友那样，那为什么这聊天记录就这么干净呢、啊？没有任何暧昧的字眼也就算了，就连聊天频率居然也这么低。眼下的情况完全出乎了唐玉的预料。事实上，他在翻看这俩人的聊天记录时，就已经做好了在里面看到一些不太好的内容的心理准备。比如，秦洛和姚妍妍表面上说不会再在一起，事实上早已经在续前缘，只是明面上瞒住了其他人，暗地里早就和恋爱时一样卿卿我我了。 以至于唐钰不止一次的想要去秦洛之前和姚妍妍租住的那个房子去看看，但又一直不敢下定这个决心，因为他生怕自己去了之后就会看到难以接受的画面。再比如，秦洛表面上和许珂是朋友关系，暗地里也早已经情投意合。毕竟许珂的爱实在是太过热烈，如今的他在对待感情方面不会有任何的遮掩与回避，还会以百分之三百的热情去表达自己的感情。尤其她还那么漂亮，有着任何男人都难以抵抗的魅力。秦洛再怎么说也是个正常男人。 真的能长时间拒绝一个可以任自己予取予求的女人吗？所以说，唐玉其实早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了。他只是单纯想要通过一些蛛丝马迹来证实自己的猜想。至于证实之后，如果自己想的是对的，他会伤心，会难过，但却不会因此而对秦洛产生埋怨或者愤恨的情感，只会想办法让秦洛心甘情愿的和自己在一起。为什么要埋怨他呢？毕竟当初拒绝了他告白的是唐玉自己。或许可以从两人如今已经情投意合。 而他却在外面胡搞乱搞，这一点来进行指责，但唐玉却不忍心，因为秦洛如今正在为了他而付出莫大的努力，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唐玉无论如何都不想去指责秦洛什么。所以说，眼下的情况是最好的，因为唐玉没有在秦洛的手机里面找到任何他对自己不忠的证据，这本该是个值得高兴的事情，可不知为何，唐玉心里却有点空落落的，就好像没能找到什么东西就不甘心，一定要找出秦洛不忠的证据他才能满意似的。唐玉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 明明自己本不该是这样的人，像是趁着别人不再翻看别人手机这种事，实在是有被他做人的心条。可他今天不仅看了，甚至还一直拿着手机看个不停。明明没有找到任何不好的东西，偏偏自己心里还不满意了。他手里拿着秦洛的手机，手机的屏幕还显示着微信界面，浴室里的放水声也还没有停，这代表着他依然有时间去查阅浏览自己想要看的东西。可看着手里的手机，唐玉一时间却不知道该看些什么了，连带着整个人都有些恍惚失神。 他莫名有点阴谋，心里更是涌起一阵愧疚和自责。直到开门声传来，唐玉抿了抿唇，将手机摁在床上，却没有扭头去看秦洛，而是以鸭子坐的姿势在床上背对着秦洛。房间里柔软的地毯能够起到很好的消除脚步声的作用，但唐玉还是能感觉到男人正在朝自己走来。直到自己柔软的身躯被另一个宽阔的怀抱整个搂在怀里，熟悉的男人气息和沐浴露的香味同时侵袭而来。按理说这时候唐玉应该脸红害羞，心跳加速的。 可现在的他却生不起这样的情绪，反而是 emo 的情绪越来越强烈。怎么了？秦洛察觉到了唐玉的不对劲，他把下巴垫在自己秘书小姐姐的肩膀上，凑到她的耳边轻声询问，在想什么？唐玉没有立即做出回应，他抿了抿唇，终于还是没能扛住内心的那股歉疚和自责，低着头讷讷的道，对不起。为什么突然说对不起？我我趁你洗澡的时候偷看你手机了。秦洛没有说话，而是低头看了一眼。 发现自己的手机果然还被唐玉摁在手里。老实说，这一刻他的内心没有慌张，甚至没有感到意外，因为将手机放在外面本就是他刻意为之，为的就是想看看唐玉会不会趁自己不在的时候看自己的手机。之前韩楚流年一起去逛米哈游总部那次，秦洛一大早就接到了室友打来的电话，说是学生会突然跑到他们寝室里查寝了。这本身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问题是，一般查寝都是在晚上，哪有人一大早跑去查寝的？于是乎。 秦洛自然而然的联想到了唐钰，都说爱是自私的，会大幅激发人的占有欲。如果这件事是唐钰做的，那秦洛也完全能够理解，也不会因此对唐钰产生什么不好的观感。他唯一会产生的想法就是，如果唐钰真的有怀疑他，那他该如何在不被唐钰发现的情况下，一边保持住自己和姚妍妍、许克的关系，一边又能将唐钰也拉入到这个逐渐变得病态的圈子里？后面这点暂且不提，但前面那点是一定要保证的。所以呢？ 为了试探唐钰是否真的有怀疑他，所以秦洛洗澡前刻意将手机放到了外面。理所当然的，他给自己上了一层保险，去除了所有唐钰想要见到的证据。如今他和姚妍妍、许克的关系已经确定，互相之间早就不再遮遮掩掩。除了在外面的时候会保持一下人设之外，到了家里那真是要多放得开就有多放得开。姚妍妍就不说了，秦洛当初对她的第一印象就是小妖艳，而她又是秦洛的第一个女人，两人恩恩爱爱的度过了一个暑假。 各种花样都玩过，后来虽然分手又和好，但感情却是比这以前更好了。每每待在一起，都能摩擦出炙热的火花。许科如今和秦洛确定关系也有近两个月了，一开始他还有些不太能接受，但这种想法最终还是被他对秦洛那坚定的爱意给全部压了下去。如今的他早已经把自己的全部身心交给了秦洛，再有一个姚妍妍总是教他各种花样，就导致曾经魔都大学的那个高岭之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徐小妖艳二代柯。 当然了，他也就是在秦洛面前这样，出门在外还依然是那副高冷形象，最多就是对熟悉的人不那么冷，而且话也会变得多一些。并且因为性格使然，哪怕许柯相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也永远不可能像是姚妍妍那样放得开，所以很多时候在家里做事之前，他还是要姚妍妍陪他喝点酒的，这样他才能全身心的投入到接下来的活动当中。直到后来，秦洛一回到家，只要看到他俩开了酒，就知道今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 被这么两个女人守着，你说说，这聊天记录能干净到哪儿去？哪怕几人平日里经常见面，但手机聊天也几乎不曾间断。而且因为互相之间越来越放得开，所以聊天的时候也是各种虎狼之词乱飙。姚妍妍是这方面的老司机，许科也是渐渐的拥有了自己的驾照，虽然称不上车速有多快，但那内容也不是能给唐玉看的。所以呢，为了让唐玉在看了手机之后一无所获，秦洛提前就给小艾安排了任务。 让他抹去了所有可能让唐玉产生不好情绪的内容，除了微信，连带着相册和其他 app 里也是，主打的就是一个万无一失。小 A 做事自然是靠谱的，而秦洛也有一点没想到，那就是唐玉最后居然主动表明了他刚才的所作所为。嗯，以唐玉的性格来说，这倒也不是什么很意外的事情。就这，秦洛笑了笑，看你这郁闷的模样，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他一边说着，一边扶着唐玉的肩膀，让他转过身面对着自己。 随后又轻轻将唐钰的头靠在自己的怀里，低头对着他耳边说道：“之前我不是就说过了吗？我的手机你想看就看，你干嘛要为这种事道歉呢？”唐钰抿了抿唇，低声道：“可是这种侵犯别人隐私的事本来就不对，我明明知道的，但还是忍不住。”“什么叫侵犯别人隐私？我对你来说难道是别人？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不管你是不是这个意思，也不需要为这种事道歉。我能明白你的心情，你不是为了做什么坏事、呃。” 而只是单纯想要确定我对你的爱而已。这么说来，应该道歉的是我才对。唐玉知道秦洛大概率不会因为这种事对自己生气，却想不到秦洛居然会反过来对自己道歉，他不由有些疑惑，抬头询问道，为什么？秦洛低下头，两人额头相触，秦洛轻声道，因为你这样缺乏安全感的表现，恰恰是因为我做的还不够好。而如果我能让你坚定的认为我是爱你的，你又怎么会想要用看手机的方式来确定我对你的爱呢？所以。 应该是我对你说对不起，我向你保证，以后一定会让你真切的感受到我对你的感情，不会再让你缺乏安全感的。说话的过程中，秦洛能清楚的看到唐玉那眼神的变化，从疑惑到正然，从正然到柔情，再到最后已经显得有些迷茫。秦洛，对不起，我爱你。嘘，爱不是说出来的是要靠做出来的，你说呢？秦洛说完，不等唐玉有所反应，直接便沉腰压了上去，同时用嘴巴附住唐玉的唇。 换来美女秘书的一阵支支吾吾，直到唐玉几乎喘不上气，秦洛才终于和她分开，并在她耳边用亲昵温柔的声音说道：“玉儿，给我好吗？”甜腻的沐浴露香气和熟悉的男人气息交杂在一起，连带着空气似乎都变得粘稠。那从未听到过的昵称，更像是一块蜜一样沁进了唐玉心里，让她整个人都险些要化在秦洛怀里。当后背紧紧贴在柔软的大床上，唐玉终于再也提不起任何反抗的心思。秦洛一看小姐姐这模样。 心里顿时就冒出来四个大字：今晚妥了。饶是他已经不再是几个月前那个对感情青涩稚嫩的小雏鸟，此时也难得有些激动。毕竟唐玉实在是太漂亮了，和许克的高冷美艳以及姚妍妍的妩媚妖娆不同，唐玉身上那种从小培养的典雅气质，对男人来说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就像是女孩都喜欢霸道总裁一样，像是唐玉这样的女人，一般人看到的第一眼就会忍不住自惭形秽。哪怕唐玉平日里表现出来的性格都很温和大方体贴，但那种无形中的距离感。 却是一直存在的，而越是像这样的女人，就越是能激发男人的征服欲。此时此刻，秦洛终于能够得偿所愿。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如果唐玉的手机没响的话，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将唐玉从迷蒙的状态中唤醒，他猛地睁开眼睛，随后匆忙推开秦洛，闪到一边，同时拿出自己的手机，看着手机屏幕上显示的许克二字，唐玉在松了口气的同时，心里又莫名感到有些失落。喂，怀揣着微妙的心情，唐玉接通电话。 开口的声音倒是显得有些不悦，毕竟刚才情到深处，他也真的想顺势就和秦洛完成那一步的，结果这一下被许珂突如其来的电话给打断，下次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这么好的机会了。虽说最后没能走出那一步，也让他松了口气，但总体来说他还是有些失落的。女孩的心思有时候就是这么复杂。唐玉，许珂的声音有些漠然，虽然他平日里就总是一副高冷的样子，但现在的他起码在面对唐玉等熟悉的朋友时不会那么冷漠了。 唐钰倒是也没多想，只是好奇许珂怎么这个点儿给自己来电话，直接从鼻子里挤出一个音节，嗯。与此同时，他还控制着往后瞥秦洛一眼的冲动，默默打开了免提。我爱你，做我女朋友吧。许珂的声音毫无感情，近乎于棒读，但这过于炸裂的发言还是让唐钰有些大脑宕机。甚至别说是他了，连在一边的秦洛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和炸裂的发言后，整个人也是有些懵的。许珂干嘛呢？他现在不是应该和姚妍妍？ 邵星星还有老妈一起打麻将吗？那他现在这几个意思，打麻将打上头了，神志不清了？秦若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唐玉更是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忍不住说道：“你发什么癫？”此时此刻，饶是体贴温柔如小姐姐，也忍不住用犀利的言语吐槽了。而另一边的许珂似乎还没完成自己的告白，继续说道：“我刚刚才突然发现，原来我喜欢的是女人，不是男人。而我身边所有认识的女人里面，我最喜欢你，所以就跟你告白了。” 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唐钰，秦洛，以秦洛对许克的了解和认知来说，他现在说的这话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信。于是他开动自己聪明的脑袋瓜，用一秒钟的时间得出了他们在整活的结论。至于原因，八成还是为了打扰自己和唐钰的好事。无论姚妍妍和邵星星是怎么说服许克这么干的，但总之他成功了。你这……唐钰一时间有点头疼，尽管他也不认为许克说的是真的，尤其对方语气冷淡，一点都不像是在真实表白。 但他心里却还有另一种想法，比如许珂长时间对秦洛爱而不得，于是那份强烈的感情渐渐扭曲，莫名其妙的就嫁接到了秦洛身边的其他人身上。但因为现阶段唐玉和秦洛走得最近，而且两人也已经互相表明心意，这点许珂也是知道的，所以才导致许珂做出了这种事。至于原因，八成是觉得他把我掰弯了之后，我就不会再喜欢秦洛了。虽然刁钻，但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个很巧妙的角度。唐玉在心里默默感慨了一下。 觉得平日里挺瓜的许珂，现在也终于是变聪明了。不对，我夸他干什么？唐玉深吸一口气，强忍着想要吐槽的冲动，用尽量平静的语气说道：“许珂，我不知道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和心态下说出这种话的。如果你是真的那么想，那我只能告诉你，我不喜欢女人。”像是被拒绝后的伤心人似的，对面的许珂沉默了几秒，这才反问道：“你怎么知道你不喜欢女人呢？我？你觉得你不喜欢女人，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那个能让你喜欢的女人？” 而等你遇到之后，你还能确定自己不喜欢女人吗？唐玉，这他喵的是什么逆天发言？唐玉觉得自己整个人都有点麻爪。他上一次产生这种反应的时候还是几个月前，而且当时也是因为许珂。虽然如今的许珂比之当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抽象程度似乎还在加深。小姐姐眼角微微抽搐，很有一种想要直接挂断电话的冲动。但仔细想想，如果许珂此时说的话都是真心的，那只能说明她的心态已经不对劲了。 这更像是一种情感上的病。如果是别人也就算了，但对方是许科，虽然他还一直对秦洛虎是单单贼心不死，但唐玉还是打心眼里将对方当成是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而既然是朋友，就不能对许科的病视而不见。于是唐玉沉默了一会儿，耐心的对许科展开开导：“许科，你听我说，如果你现在对我说的话都是真心的，那只能说明你现在对待感情的思想已经很不对劲了。我不是说喜欢同性就是错的，但一般的人是不会这样的。我对这样的恋爱观很尊重。” 但我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没法接受你的告白。再说你，你之前明明一直喜欢秦洛的，为什么会突然喜欢上我呢？我觉得这只是因为秦洛一直没有回应你的感情，才导致你的感情观渐渐变得有些扭曲，以至于变成了现在这样极端的。唐钰话音未落，对面的许珂就突然打断道：“什么叫他一直没有回应我的感情？我告诉你，我们已经呜呜，哦、<No> 和刚才那冷淡的像是棒毒一样的语气比起来，现在的许珂就显得真实多了。” 话语中充满了激动的情绪，只是不等他把话说完，他就好像被谁捂住了嘴巴，以至于后面的话都没说出来，搞得唐玉都有点纳闷，他和秦洛已经什么了。不过相比之下，现在更重要的显然还是另有其事，比如唐玉已经意识到自己是被许珂给涮了。就眼下这情况来说，许珂肯定不是自愿打的这通电话，甚至连说的话可能都是身边有人教给他的。至于教他的人是谁，姚妍妍。 唐钰的话语中夹带着几分有些难以抑制的怒气，明明手机对面许克身边的人都没出声，但他喊出这三个字时却显得非常肯定。很快，姚妍妍那标志性的笑盈盈语调便从手机里面传来。哎呀，暴露了，果然是你！唐钰深吸一口气，压抑着怒火问道：“你们这样有意思吗？啊，有意思吗？平日里那么温柔的唐钰都变成这样了，由此可见，许克和姚妍妍这次是真的气到他了。” 不过这个锅姚妍妍却表示不背，连忙说道：“哎，你可别乱冤枉人啊，我可什么都没干，刚才还一直拦着许克来着，不是你还能有谁？我呀。”又一个声音冒了出来，唐玉听后愣了两秒，这才有些不确定的道：“邵星星，嗯哼。”邵星星很直率的应了一声，然后慢悠悠道：“唐秘书，我们只是在玩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而已，许克打麻将输了，所以就惩罚他做刚才的事喽。唐秘书大人有大量，不会跟我们一般见识的，对吧？” 唐玉没有再纠结刚才的事，而是皱眉问道：“你们仨怎么混一起了？”邵星星古怪一笑：“岂止我们仨呀，阿姨，您要不要打个招呼？”“阿姨？什么阿姨？”听到这个字眼，唐玉心里莫名产生了一丝不好的预感，随后就听到手机里传来一个熟悉的中年女人的温柔声音：“小玉啊，我正带着星星他们打牌呢，刚才说干完没意思，就喝了点酒，然后又玩上真心话大冒险了，他们也就是和你开个玩笑，你别介意啊，等你和小洛过来了，阿姨让他们给你道歉。” 嗨嗨，那什么，我们要准备休息了，时间不早了，你们也早点休息啊。好的，阿姨，再见。嗯嗯，回头见。电话挂断，唐玉看着西平的手机，整个人都陷入了沉思。毫无疑问，刚才手机里说话的人是秦洛的母亲。那么问题来了，秦洛的母亲为什么也和许克他们在一块儿，而且还打起麻将了呢？明明秦洛的父母都在川蜀，而且今天还回殡仪式了，而许克他们应该在魔都，怎么他们就跑到一起了呢？答案只有一个。 许柯他们跑来川蜀了，而且不知道怎么的就和秦洛的父母走到一起了。老娘好不容易放个假和心上人一起出来恩恩爱爱的约会，你们三个倒好，直接跑去偷家了是吧？真当老娘好欺负的呀！唐玉越想越是生气，然后猛地回过头看向秦洛，那双总是含有温柔的杏眼此时都充斥着难以抑制的怒火，看得秦洛都是心头一跳。今天老妈在车里发了他们几个的合影过来，所以秦洛是知道他们几个在一起的，并且也确信以父母的机智。 再加上还有姚妍妍打助攻，许克和邵星星也翻不起什么风浪。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居然整了这么一出。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你们这三个女人加一个中年妇女，这是开始明着演我了是吧？秦洛在心里一顿吐槽，但也知道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安抚好小姐姐，否则就看唐玉这个劲头，现在怕是想要直接飞到殡仪去掐死许克他们的心都有了。那个小姐姐，秦洛一边开口一边思考着该说些什么才能起到安抚的作用，结果话音未落。 唐玉突然就直接扑了上来，然后对着秦洛的嘴就是一顿乱啃，啃就算了，他连手也不闲着，直接模仿起了秦洛刚才的操作，对着秦洛就是一顿上下其手，主打的就是一个攻守意味。秦洛想他堂堂七尺男儿，愣是被唐玉这突如其来的逆推给整不会了，直到嘴巴都被啃得有些发疼，他这才扶住唐玉的肩膀，皱眉说道：“你冷静点，我怎么冷静？他们都欺负到我头上了。”唐玉很是愤懑的说道：“我让他们偷家。” 我现在就和你做，做完我就去找他们炫耀，我看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啊！这秦洛没想到唐玉也是个思维模式刁钻的，正常人遇到这种情况应该生气才对，虽然他现在也的确是很生气，但谁成想他会产生这种思路啊？虽然这对秦洛来说不是什么坏事，顺势而为还能算是了结了一桩心愿，回头搞不好还得给许克他们点个赞，算他们助攻打到了大动脉上。可这样一来，又把唐玉置于何地？秦洛此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只能是用强有力的臂膀抱住唐玉，不让他继续情绪失控。唐玉对此自然是挣扎个不停，不过这也就持续了一分钟左右。之后，唐玉便趴在秦洛怀里不动弹了。等到屋子里陷入了完全的安静之后，秦洛低头一看，才发现唐玉的眼睛旁边带着明显的泪痕，虽然没有直接哭出来，但对于唐玉来说，这已经明显是让他伤心不已了。要知道，之前面对亲生父亲给予的压力，他也只是一宿没睡，顶着俩黑眼圈，而现在。 却是连眼泪都冒出来了。由此可见，许科他们这次的骚操作对唐玉的刺激有多大。如果面对的是许科或者姚艳艳，秦洛有一百种方法安慰他们，但偏偏现在流眼泪的是唐玉。秦洛心里本来就怀揣着对他来说并不公平的念想，所以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才好。不过这时候不说话，显然才是取死之道。于是他开口说道：“抱歉，这次你知不知道他们来川蜀了？”唐玉开口打断，语气中没了刚才的怒气冲冲，更多的是有些委屈难过。 秦洛沉默了一下，点了点头，知道。那你知不知道他们和叔叔阿姨在一块？知道。秦洛先是承认，而后连忙解释道：“但这不是我安排的，我发誓，他们能凑到一起纯是碰巧。”唐玉抿了抿唇，没说话，也不知道是信了还是没信。等过了几秒，才在秦洛身上趴着喃喃道：“我现在有点伤心难过，但是秦洛，这不单单是因为你或者他们，更多的其实还是因为我。我气我自己有时候做事太过矫揉造作，不然也不会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唐玉。 秦洛，我们不在荣城逛了，我们明天就去殡仪吧。抵达荣城的第二天，秦洛还是没有带着唐钰直接去往殡仪室。虽说唐钰昨晚坚决的表示不打算再逛了，想要直接去往殡仪室和许珂等人中门对居，但考虑到家庭和谐，秦洛觉得还是有必要给双方一个缓冲的时间。于是第二天上午睡醒后，秦洛直接带着整装待发的唐钰来到了大熊猫繁殖基地，看着眼前这座荣城之名风靡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观光景点。 唐玉一时间有些无奈，说好的去冰仪呢？急什么？来都来了，不看看花花，岂不是对荣城的不尊重？你少来！唐玉翻了个白眼，倒是也没和秦洛较真，毕竟他本身就挺期待这一次和秦洛的约会的。只不过昨晚的确是被许珂等人给刺激到了，所以才迫不及待的想要跑到冰仪去和他们兑现。如今秦洛既然给了他一个台阶下，那他自然也就顺势下坡。话虽如此，他也依然忍不住想要快点去找许珂他们。 倒不是他迫不及待的想要对他们干点什么，而是生怕他们又搞出什么骚操作。毕竟现在他们就在秦洛母亲的老家，如果只是秦洛的父母那还好，但如果让秦洛的其他亲戚都误以为他们中的某个才是秦洛的女朋友，那唐玉真是哭都不知道跑哪哭去了。以唐玉对他们的了解程度，姚妍妍是最有可能干这事的，许克也极有可能。至于邵星星，以前什么样也无所谓了，但现在他已经被唐玉视为敌人了。不多时。 两人买好票，从南出入口进入大熊猫养殖基地。这里遍布有成年大熊猫和幼年大熊猫的别墅和活动场，其中著名的世界级女明星大熊猫花花就在这里出没。来这里看大熊猫的人有不少都是冲着花花来的，因此这条路也是旅人最多的。尤其大家都在网上做了攻略，知道大熊猫大多在上午活动，下午天气一热就要休息了，所以上午来的人也是最多的。秦洛带着唐玉排了将近两个小时的队。 最终终于得偿所愿的看到了大熊猫花花，小家伙看上去憨态可掬，一举一动都显得那么活泼可爱。这或许也是有明星光环的加成，毕竟在秦洛看来，这些大熊猫长得其实都差不多，最多就是在细节上面有些差别。而除了花花之外，其他大熊猫也挺可爱的，不过大多数人就是比较钟爱花花，因此也忽略了对其他大熊猫的关注。等几分钟一过，有人又不甘心地跑去重新排队，大部分则是继续往前走，嘴里则讨论着可爱的花花。 主打一个排队两小时，看花五分钟。作为川渝的标志性旅游景点，又是国宝大熊猫的培育地点，大熊猫繁殖基地无疑是很大的。两人一路走一路逛，除了国宝大熊猫之外，也看到可爱的小熊猫。这小家伙虽然叫小熊猫，但和熊猫并非一个品种的，而是单独的小熊猫鼠。有不熟悉它的人，看到后还会喊一声干脆面，而事实上干脆面其实是浣熊，而小熊猫要长得比浣熊可爱多了。秦洛冷不丁想起一句话，就对唐玉说道。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长得可爱的是小熊猫，长得猥琐的是小浣熊，长得像杀人犯的是果子狸。唐玉听后觉得挺有道理，于是忍不住抿嘴笑了起来。他身边的围栏不远处就是几只正在玩闹的小熊猫。秦洛觉得这一幕很美，于是让唐玉保持姿势不要动，自己则拿出纸开始用神奇画笔记录下这一画面。你哪来的纸？唐玉出声问道。本来就打算给你画画的，当然要带纸了。秦洛头也不抬的回道。几分钟后，一张速写搞定。 虽然整体来说显得比较简洁，但能够用简洁的线条描绘出惟妙惟肖的精美画面，也着实是让唐钰高兴了一番，迫不及待的就要拉着秦洛去下个地方。毕竟，相比起大部分人用相机来记录美好的瞬间，天生带有浪漫基因的女孩子还是对这种亲手描绘出来的美好更加向往。旁边一对情侣见状，女孩也忍不住对自己男朋友说道：“你看看人家，你再看看你。”男人看了看秦洛刚刚画出来的话，显得有些尴尬，挠着头和女朋友说了些什么。 不多时，女生双手抱胸，把头偏到一边，明显是开始生气了。而男生显然也有些憋屈，居然走到秦洛身边说道：“哥们，我女朋友嫌我不会画画，想跟你谈，你俩加个微信吧。”秦洛，我就画个画，我招谁惹谁了？他有些无奈的看向唐玉，后者眨了眨眼，对那女生说道：“妹妹，恋爱不是这么谈的，你不能只看自己的男朋友没什么，你也要看他有什么呀。比如虽然他不会画画，但我猜他一定还有其他优点。” 比如他会给你做好吃的，在你来月事的时候给你煮红糖水，下大雨的时候也会撑着伞去接你。你不要觉得这些只是小事，说不定同样的事情别人的男朋友就做不到呢。那男生在一边听着，愣是没想到这么漂亮的妹子居然帮自己说话，当即感动的都差点要给唐玉磕一个。而那女生也是个讲道理的，又或者说她本来就没打算和男朋友吵架，只是想撒个娇，再加上是个这么漂亮的姐姐说的话，她也乖巧的听进去了。 走过来，撅着嘴对男朋友说道：“好了，我不让你给我画画就是了。”男生一看女朋友服软，顿时就上头了，拍着胸口表示：“你甭管，明天我就去报个画画班，不出一个月，我必把你画出来。”趁这两人交谈间，秦洛和唐玉已经悄悄溜走。等走出一段距离后，秦洛回头看了他们一眼，这才对唐玉说道：“你刚才不会是在内涵我吧？”唐玉看了看他，有吗？你又不是我男朋友。秦洛无奈道：“你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呀。”好啊。 你现在都觉得我没意思了是吧？好家伙，我直接好家伙！秦洛有些发愣的看向唐玉，愣是没想到刚才还那么善解人意的小姐姐，现在居然就玩起这一手了。不过唐玉显然是故意未知，看到秦洛露出这副模样后，便忍不住笑出来，说道：好啦，逗你玩呢，刚才就是有感而发而已。毕竟现在的好多人恋爱观都有点扭曲了，明明另一半对自己已经很好了，但对方稍微有点不好就各种嫌弃埋怨，我实在是有点看不过去。秦洛对此深以为然。 感叹道：“世界上要是多一点你这样的女人就好了。回头要是有人举办一个大规模的女神选秀活动，你肯定高票当选第一。”唐玉翻了个白眼，你少哄我开心，别以为我懂事就觉得我不会闹。起码男朋友花心这一点我就忍不了。秦洛假装没听到后半句，指着不远处一只从架子上滚下来的大熊猫说道：“哎，你看，它会后空翻。”面对秦洛装傻充愣的行为，唐玉再次翻了个白眼，随后也没再较真，嘴里说道：“我去买两瓶水喝。”他说罢。 便走向不远处的小商店，秦洛看着他一步步离开，随后掏出手机，忍不住吐槽了一句：“小 A，你说你平时挺聪明的，怎么昨晚就没把他那个电话拦住呢？”小 A 很快回应道：“抱歉主人，因为我的判断失误，给您造成了困扰，实在对不起。不，我不是在教训你，哎，你就当我是发发牢骚吧。” M 主人，其实当时我是打算拦截那个电话的，只不过最后我觉得，作为一个人工智能，我不能太过擅作主张的去干扰主人的生活。 希望您能谅解。作为一个人工智能，小 A 的智商情商显然是已经有些逆天了，连秦洛听了后都觉得很有道理。不过他想了想，最后还是说道：“小 A，如果这是在小说里，那我会说你干的漂亮。但这里是现实，所以你还得练。”小 A 像是有些无语似的，沉默了几秒，这才说道：“好的，主人，我这就去把世界范围内的所有恋爱相关资料全部学习一遍。倒也不必这么极端。对了，那个虚拟现实技术研发的怎么样了？一切顺利。” 大概多久能做出来？按照现在的进度来看，只要不出意外，一百八十天之内即可完成。六个月啊！行了，没你事了，你退下吧。差，好小子，这么会玩梗，你告诉我你平时都是看什么资料学习进化的呀？秦洛默默在心里吐槽了小 A 一句，想着要不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楚留年一声，毕竟他对这个虚拟游戏世界是很期待的，一直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切身体验一下了。不过最后想了想，秦洛还是没有急着说，毕竟小欧刚才也说了。 六个月，那是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下。虽说小 A 作为一个高级人工智能，说话做事都是很严谨的，但这种高新技术的开发与进步也难免出现一些意外。所以秦洛还是打算等这件事彻底确定了之后，再把好消息告诉楚留年。不多时，唐玉去而复返，两人在大熊猫繁殖基地一直逛到中午，这才回到市区，然后随便找了家路边的面馆，一人来了碗川蜀担担面，味道没有多么惊艳，但面条劲道，菜码丰富，辣滋滋的吃起来也过瘾。 所以整体来说还算美味。搞定午饭，两人又到宽窄巷子转了一圈。本地人常说这地方实在是没什么好逛的，逛过的人也有不少这么说的。但架不住人家名气大的，这来都来了，不逛一下似乎也有些说不过去。两人手牵着手一路逛吃，和其他的小情侣并无两样，倒是很自然的融入到了周围的人群之中。等离开宽窄巷子之后，便去了附近的人民公园，里面全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和草丛，另有小河湖泊，边上就是茶社。 一眼看去，全都是在围炉煮茶的人。他们大都三三两两的聚在一张桌边，桌上放着火炉，炉上架着一壶茶，旁边的四宫格托盘里是橘子、板栗等可以用来烤制的点心。吃吃喝喝的同时，还有人在聊天打扑克。另有手里拿着铁质夹板的人走来走去，不时让手里的夹板发出脆响，那是街头采耳的讯号。悠哉闲适的气氛在周围缭绕着，仿佛连空气都变得清新了许多。待对着空气深呼吸一口。 情绪再不好的人，似乎也会神奇的安逸下来。秦洛带着唐玉找了张空桌坐下，点了一壶茶和一些点心，然后什么话也没说，任由自己融入到这闲适的氛围当中，整个人都迅速放松下来，突出的就是一个安逸，真舒服。唐玉深吸一口气，而后慢慢吐出，悠悠道：“这种闲适的氛围，在魔都可是太少见了。川蜀不愧是全国评选出来的最宜居的城市之一，光是这氛围都让人迷恋。”秦洛笑着道：“喜欢的话。” 以后我们可以在这里安家。唐玉笑盈盈的看着他，嘴里也不说话，就一边看着他一边笑，搞得秦洛都莫名有点心虚了。而后端起茶壶倒了两杯茶，两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虽然没什么激情四射和温情脉脉，但气氛倒也显得颇为和谐，甚至莫名有种老夫老妻之间的和谐与默契。等过了下午五点，天色渐渐昏暗，西边也出现了一抹迷人的夕阳。两人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一同离开茶社，不多时便走进了一家川剧戏院。 既然来了川蜀，那自然是要好好感受一下川蜀文化，川剧当然也不能错过。三英战吕布、茶道、喷火以及最经典的川剧变脸，一个接一个的表演，看得人们应接不暇。每人手边还都摆着一个小号的热水瓶和一个装着茶叶的茶杯，看到妙处也有人拍手叫好，气氛格外令人迷醉。等到夜幕降临，两人一起吃了晚饭，慢悠悠的散步到一道桥上，桥下是不宽不窄的河，不远处还有灯火通明的老城楼。 倒是别有几番江南烟雨的风味。一阵晚风吹过，带起少女的几缕秀发，也带动男人的手搭在少女的肩头。唐钰轻轻捋过秀发，望着天空皎洁的明月，自言自语似的说道：“要是时间能永远停留在这一刻就好了。”秦洛轻声回应：“时间会一直往前走，但同样的感受，我们还能一起体验无数次。”唐钰似乎很满意他的回答，脸上露出一个很甜的笑容：“谢谢你，秦洛，这次的约会我很满意，你喜欢就好，明天我再带你去，明天去冰仪吧。” 好哇，好气派的大别墅啊！上午九点，由老秦开车载着自己老婆以及三个国色天香的美少女抵达秦洛的外婆家。此时发出略显浮夸的感叹的人是姚妍妍，毕竟秦洛外婆家的房子只是农村很普遍的自建小洋楼，而且无论是外观还是环境都说不上气派，最多就是看上去比较大、比较宽敞罢了。不过由于是前几年由秦洛的舅舅帮忙新翻盖的，所以整体看上去倒是挺新，再加上外面还有宽敞的庭院。 田地、鱼塘，以及一条直通村里主路的宽阔水泥路，所以勉强倒也能用气派二字来形容。邵星星有些好奇的打量着四周，他从小到大还是头一次来到这么偏僻的山村。本来他选以为这种穷乡僻壤就跟电影里鸟不拉屎的荒郊野岭似的，但亲身来到这里之后才发现，这里虽然偏僻，但人烟倒也不算稀少，当然也算不上有多热闹。由于是山村，村子里的地势高低错落，人家也就比较分散。 这一点和平原地带的村子里那种邻里邻居都是紧密相连的布局完全相反。话虽如此，既然一路走来，也看到了不少人家，其中有不少人还因为看到一辆新车的缘故而驻足旁观。待老秦落下窗户打招呼之后，才知道是村里的第二辆的崽回来了。是的，老秦虽然不是当地人，但由于家境不错，颜值够顶，所以在当初娶了秦母之后，就成了这个村子里最靓的崽。只不过随着秦洛渐渐崛起。 最靓的仔的头衔也就易主了，不过老秦对这种虚名显然是不太在意的。他自打上次回来这边也已经快一年了，所以回来后也表现出十足的热情。遇到认识的乡亲就打招呼，老乡歇着呢。哎对，回来看看老一辈的车。哦，对对对，是新买的，哈哈，我儿子给我买的，没多少钱，也就百八十万吧。就在老秦这一路上明谦暗爽的过程中，姚妍妍等人也大致浏览了一番这山村风景。 硬要说有谁没欣赏到的话，那就是许科了。都说山路十八弯，从城里到绿溪村的路虽然算不上特别曲折，但弯弯绕绕的也不少。尽管老秦已经为小姑娘们考虑，已经开得不快了，而且车子的舒适性也很好，但许科还是晕车了。这也不能怪别人，毕竟晕车的只有许科，这八成是体质原因。而晕车的后果就是他一路上全程都是一副要死不活的状态。此时下了车，就蹲在鱼塘边的草地上，低着头开始干呕。秦母当初对许科是颇有意见的。 但这两天接触下来，觉得这小姑娘也不错，尤其是对秦洛的感情是很真挚的。平日里说话几乎十句里面有八句都和秦洛有关，再加上秦母本身也是个良善温柔的，所以此时看到许柯这模样也是有些心疼，连忙从车里拿出一瓶矿泉水，走到许柯身边，一边拍着许柯的后背，一边说道：“先喝口水，含在嘴里，过会儿就能舒服些了。”说完，他还不忘抬起头对不远处的老秦埋怨道：“说了让你别开那么快，你不听，瞧把人家小姑娘折腾的。” 我开的还快，那家伙都慢的，都让人以为我故意开着车满村炫耀了。老秦摸了摸鼻子，理智的保持了沉默，芝士在心里默默吐槽。谢谢阿姨，许珂礼貌的道了声谢，然后按照秦母教的方法，在嘴里含了一口水，然后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过了一会儿果然没那么头晕了。芝士因为几次干呕导致脸色还有点发白，再配上他那清冷的脸蛋，乍一看还颇有几分林黛玉的病态美感。这是头一次走山路吧？嗯，我外公外婆家也在农村。 不过那边的地都比较平，走山路还是头一次。没事，小洛小时候头一次来也晕车，以后多走走就习惯了。听到这话，许珂顿时愣住了。以后多走走就习惯了？阿姨这意思是让我以后常来？那这岂不是说明她喜欢我？她想让我给她做儿媳妇，想让我嫁给秦洛，给老秦家生娃。一连串的想法在许珂的脑海中瞬间窜过，导致他的情绪瞬间高涨起来，连带着有些苍白的脸蛋都迅速浮现红晕，嘴里则是铿锵有力的道。 阿姨，您放心，我以后肯定常来。呃，看着许珂那激动的模样，秦母觉得对方可能是误会什么了，但话都说到这儿了，他当然不可能拦着不让人家来，于是只好说道：好好好，阿姨随时欢迎你们来玩。说完，他便从后备箱里拿出大包小包，招呼着老秦和几个妹子进屋。不远处的大楼，木质的双开门大门大开，一个身穿中山装、戴着帽子，手里夹着一根深棕色叶子烟的老人家一步步走了出来，他脸上布满褶皱。 身体还有些佝偻，看上去像是行将就木，但一双眼睛却显得明亮有神。看到老人的瞬间，老秦和秦母立即热情的迎了上去。老汉，爸，我们回来看你了。毫无疑问，眼前这位老人就是秦洛的外公。老人家一年到头也就只能和他们献一两次，说不高兴是假的。脸上的笑容直接带着褶子一起动，嘴里则是操着一口口音浓重的川普。回来好，回来好啊。你先把东西放屋里去，秦母把东西交给老秦，开口询问外公。 我妈难在猪圈头，外公中气十足的道：“我外孙儿要回来喽，家里头都高兴，必须要整杀猪菜。嘿呀，回来就回来嘛，整啥子杀猪菜哦？”秦母嘴里是这么说的，但本人明显也对儿子备受重视的现象感到高兴，脸上的笑容同样不曾褪去。这时，外公注意到不远处的三个年轻女孩，好奇道：“这些女娃娃是啷个？”说实话，来之前秦母一直在寻思该怎么对老人家介绍这几个女孩，甚至还在想是不是不带。 他们回来比较好。知是秦母天生就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寻思着反正都是秦洛的朋友，而且硬要说的话还不是外人，那来就来呗，一起热闹下也不错。硬要说有什么不合适的，那也是对秦洛来说，臭小子年龄不大，桃花倒是不少招惹，真要是脑瓜子疼那也是活该。怀揣着这样的想法，秦母最终还是带着几个女孩一起过来了。此时县外公注意到他们，正要开口介绍，姚妍妍便第一个跳了出来。外公您好，我叫姚妍妍，是秦洛的前女友。 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姚妍妍第一句话直接就把在场的人给干懵了。外公，而还不等众人有所反应，许柯就不甘示弱的跳出来说道：“外公您好，我是秦洛的初恋。”外公，老人家眨巴眨巴眼睛，手里的叶子烟掉下一缕烟灰，眼睛则是看向邵星星，迟疑道：“那你是小洛现在的女朋友？”我倒是想，邵星星下意识的说出心里话，随后连忙改口道：“啊不是不是，我就是秦洛的朋友，这次是跟着大家一起来玩的。” 我叫邵星星，外公您叫我星星就行。外公也不知道是听没听进去这话，又或者是被几个女孩这骚操作给整懵了，直接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朝秦母甩了过去。后者假装看不懂似的招呼着几个女孩进屋坐下。另一边的老秦则是一脸见笑的将刚才录好的视频给秦洛发了过去。与此同时，秦洛正开着一辆租来的奥迪车行驶在去往绿溪村的路上，闲来无聊，他正在给唐玉讲笑话。我跟你说，这是我家祖传的笑话，是我祖爷传给我爷爷。 然后我爷爷传给我爸，最后我爸传给我的，你可得仔细听啊。嗯嗯，你说吧，我听着呢。见唐玉摆出一副认真的模样，秦洛便开始娓娓道来，说古时候的一个县城里啊，有一个猎人，这猎人整天游手好闲，坑蒙拐骗，打猎技术也不行，很多人都鄙视他。这猎人就寻思，我好歹也是个大老爷们，这么混下去不行啊。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妙招，这天一大早他就跑到隔壁县城里了，然后拿一些钱买了一头刚被别人杀死的狼。 买下这头狼之后，他把剑插到了那头狼的菊花里，接着带回了家。逢人就说这狼是自己亲手射死的，还说自己是神射手，百步穿杨，转蛇狼的菊花。别人一听这话，觉得他又是骗人的，不相信他。猎人就气得不行，于是一咬牙，一跺脚，拿自己全部的积蓄又去隔壁县城买了三头狼的尸体，接着挨个把剑插进了他们的菊花里，并带回了家。这一下子猎人就出名了，大家都相信他是个神射手了，纷纷称赞他。 然后事情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了当地县令的耳朵里。县令知道后，立马把猎人招到了县衙门，接着就跟猎人说了，说最近啊，县城周围闹狼灾，好多平民不敢出城，城外的商户也不敢来做生意了，对县城的影响很大啊，就想让猎人去除狼灾。猎人一听就觉得坏了，毕竟他是个骗子又不是真的神射手，这要是去了，肯定是被狼吃的骨头都不剩下呀。可要是不去呢？骗普通人就算了，可这事儿连县令都信了，真要是曝光的话。 肯定也是重罪啊！于是猎人一咬牙一跺脚，答应了这件事。第二天就带着几斤粗粮和水上路了。到了城外，猎人很快就被几头狼发现了，他指着朝一只狼射了一箭，结果连狼毛都没碰到，反倒把狼群惊动了。狼群嗷嗷叫着就冲向了猎人，猎人被吓得慌不择路，忙找到一棵树就窜了上去，骑到了树杈上才躲过一劫。然而狼群虽然不会上树，但他们耐力好得很啊，见猎人不下来，他们也没走。 直接就在树下面待着不走了，就等着猎人撑不住了下来后把猎人吃掉。猎人看着下面的几头狼也是有苦说不出，现在走也走不掉了，杀狼更是杀不掉，一时间心灰意冷，等到了第二天就想一死了之了。不过死归死，猎人也不想做个饿死鬼啊，于是就把自己带来的几斤粗粮吃了，然后囤,囤囤囤囤的喝了不少水。等吃饱喝足，猎人就想着等死了，结果刚躺了一会儿，肚子就开始疯狂乱叫，猎人脸色一变，坏了，肚子疼。 这正所谓人有三急，屎尿屁，屁可以放闷屁，憋尿也能行千里，但憋屎是真的寸步难行啊！眼看着菊花都有点冒尖了，猎人低头看了看树下的狼群，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直接把裤子一脱，扑露扑露的，就是一顿酣畅淋漓。等他彻底释放完之后呢，他再往下一看，就直接傻眼了，原来他之前好死不死的都扑落在了狼群的脸上，几头狼直接就被熏的不行了，还有被直接糊脸糊到窒息的，一个个的全都躺地上抽搐了。 猎人一看就乐了，直接从树上下来，取出剑来，挨个儿就是一顿插，全插在了狼的菊花里，然后就拖着狼群的尸体回城了。这猎人走后一天一宿都没消息，人们悬以为猎人死在狼口下了，结果猎人突然就回来了，还直接带了几头狼的尸体到了县衙，这一下子直接惊呆了人们，县令更是高兴的不得了，把猎人惊为天人，又是赏钱赏房子的，最后还给猎人找了个漂亮媳妇，没多久就在新房子举办婚宴了。猎人因为之前的事被奉为神射手。 婚宴当天来了很多慕名而来的人，猎人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多喝了几杯。待到晚上亲朋好友都走光了，他才和老婆一起到厨房包饺子吃。这时候他不知道，原来家外面居然来了三个江洋大盗。这三个大盗也是听说猎人从县令那得到了不少赏钱，这次就是冲着那笔赏钱来的。不过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他们也知道这钱不好拿，毕竟人家神射手的称呼不是白叫的，射人转射菊花，搁谁谁不胆小。所以。 他们这次也是有备而来的，来之前专门在屁股和裤子之间加了一块钢板，这样就不怕被射菊花了。等他们确定了猎人和他老婆都在厨房之后，很快就准备直接动手。结果这时候屋里传来猎户的一声大叫：“老婆，拿葱！这包饺子掉馅料，当然要用葱了。”可这仨大盗不这么觉得啊，他们是三个外地人，一听这话当时就惊了：“什么？要拿弓？”他们以为被发现了，顿时紧张了起来。这时候屋里猎户又大喊一声。 老婆拿盐，什么要拿剑？仨大盗彻底慌了，也不敢动手了，掉头就往外跑。恰好猎户的新家外面是一片刚长成的麦田，仨大盗一进去后，那成片的麦子就疯狂乱窜，窜到三人屁股上的钢板上，就不断发出当当当的声音。三人听着这动静，都快被吓哭了，还庆幸着幸好提前准备了钢板，不然现在肯定菊花不保了。等跑出了麦田，当当当的声音终于消失了，三人长舒一口气，就地休息起来。 其中一个因为刚才过于紧张，现在一放松下来就有点想窜。他左看看右看看，现这里也没茅房，于是直接脱裤子把钢板拿了往下一蹲，结果这一下直接蹲在了一块木茬子上，木茬子直接刺入了盗贼的菊花，疼得他哭喊着道：“这剑怎么还会拐弯啊？”抱歉，后半段水了一下，实在是连着几天开了十几个小时的车没状态，然后刚又和女朋友吵了一架，脑子乱乎乎的，希望大家见谅。哈。<laughs> 听到秦洛最后用浓重的搞怪口音模拟笑话中角色的语气，唐玉忍不住大笑起来。或者说，在秦洛讲笑话的过程中，他就笑过好多次了。虽然整个笑话的基调都绕不开俗气的屎尿屁，但这又有什么关系？能让群众喜欢的笑话，那就是好笑话。不过秦洛觉得他这反应有点夸张了，疑惑道：“有这么好笑吗？你自己讲的笑话，你觉得不好笑还讲给我听？”唐玉一边笑着一边反问：“我觉得还好吧，小时候刚听我爸讲，是真觉得好笑。” 笑得前仰后合的，腮帮子都疼了半天。上学的时候还一边跑操一边给同学讲呢，把他们好几个都整岔气了。为这事，班主任还特意在班里开会说以后跑操不准讲笑话。哈哈哈！哈，哎呦，你这个也好笑，哈哈哈！哈，这个可不是笑话，这是真事儿。秦洛忍不住吐槽了一句，继续道，后来长大了，这笑话还一直记着，但就觉得没那么有意思了。听着他这语气，像是有些感慨，唐玉也很配合的来了一句。 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那。不过你现在才二十岁，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可不适合这种暮气沉沉的感慨啊。说罢，唐玉又头头是道的分析道，你刚讲的那笑话其实真挺有意思的，有铺垫，有背景，重要的是人设很鲜明，故事性也很强，虽然有点荒诞，但笑话本身就是搞怪荒诞的。总的来说，不愧是能从你们老秦家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秦若有些诧异的看了唐玉一眼。 愣是没想到自己随口讲个笑话都能被唐玉分析的如此透彻，不过也难怪，唐玉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仔细认真且好学的人，这一点体现在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否则他也不可能这么年轻就能帮着秦洛把公司的事务处理的井井有条。于是秦洛由衷的说了一句，等以后你家里的事情解决了，你会觉得那全部都是我的功劳吗？唐玉反问道，难道不是吗？不是，秦洛摇了摇头，你是个很优秀的人。 只要给你一个机会和足够的时间，以及足够大的舞台，你就能做得比任何人都好。而我对你起到的，无非是一个引领的作用。所以你不用觉得那都是我的功劳。公司以后能做大做强，你绝对居功至伟。秦洛平日里和唐玉相处都是比较随意的，也就是谈到工作时才会表现出正经的一面。而现在两人正在度假闲游期间，秦洛却难得摆出这样正经的姿态。唐玉眨了眨眼，突然笑了一下，语气轻快的说道：“可是秦洛。” 你要知道，有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引领的作用才是最重要的。毕竟一个人如果周围都是一片漆黑，就算还有力气往前走，他也不知道该往哪儿走。而若是这一片漆黑里有了一束光，哪怕那束光多么暗淡，都会让他毫不犹豫的一直走下去。而你就是我的那道光。秦洛冷不丁正经起来，唐玉也就跟着正经，而且说出来的话还颇有杀伤力。饶是已经自诩渣男的秦洛，这一刻也难免感到心动。唐玉口口声声说着他是他的那道光。 可他在说出这番话时，自己却好像变成了太阳，那炙热耀眼的光芒，让秦洛一下子都有些招架不住，以至于连话都不知道该怎么回了。等过了十多秒，秦洛才笑着说道：“再有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待会儿走山路会有点绕，我尽量开慢点，头晕的话你就开窗。等到外婆家，我把你介绍给我家人认识。”唐玉目不转睛的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弯起月牙儿似的眼眸，语气轻快的应道：“好，大姨您好，我叫许科，是秦洛的朋友。二姨您好。” 我叫姚妍妍，也是秦洛的朋友，您叫我妍妍就行。三姨您好，我叫邵星星，您叫我星星就行。哈哈，对，那首歌是我唱的。我现在就在秦洛的公司工作呢，您有时间可以来魔都，到时候我带您玩。干净朴素的村户大院里，三个年轻的小姑娘正在和秦洛外婆家的亲戚们热情的打着招呼。许是觉得自己等人是第一次过来做客，又是小辈，表现的太跳脱也不好，他们也就没跟之前和秦洛的外公打招呼时似的整活。 而是很礼貌也很客气的和秦洛的亲戚们说着话。至于秦洛的那些大姨、二姨、三姨，此时也是又惊艳又新奇的打量着几个小姑娘，只觉得自己活了大半辈子都没怎么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娃娃。尤其是姚妍妍和邵星星，他们还都在电视上见过这俩女孩呢。电视上的他们光鲜亮丽，人气爆棚，每次出场都能迎来无数的掌声和欢呼声。而就是这样的大明星，此时却活生生的出现在了他们面前，这还真是让他们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好在他们早就知道了秦洛目前在魔都当老板的事情，当然也就了解了一下，知道这俩女娃娃能出名也离不开自家崽的帮忙，而且俩女娃娃现在还在自家崽的手底下工作，他们在高兴的同时，当然也是感到与有容焉。至于许珂，能够在美女云集的魔都大学蝉联多年校花之名，那颜值和气质已经无需过多赘述，只一眼就给长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按理说呢，像是这么漂亮的女娃娃，一般的女性长辈看到。 多半都会忍不住问一下谈没谈恋爱，然后顺势把自己认识的谁谁谁推销出去。但面对许珂，他们是真一点想要把那个男人介绍出来的心思都没有。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听说过秦洛和许珂的八卦，而纯纯是觉得这姑娘实在是太让人惊艳了，一般人根本就配不上她。所以他们当然也不会把认识的那些奇形怪状介绍出来自讨没趣。当然了，能以秦洛朋友的身份前来做客，长辈们本能的就在许珂身上打上了秦洛的标签。 包括姚妍妍和邵星星也是，这不能怪人们的思想有多龌龊，而是这其实才是这种环境下的正常想法。尤其是秦洛如今是有名气的大老板，所以在长辈们想来，我家崽这样不仅不会伤风败俗，反而是有能耐的体现。毕竟你看，这些姑娘这么漂亮，也就我家崽能配得上了。换成别的男人，那能有这本事吗？当然了，话是这么说，但他们也不可能表露出这种心思，尤其在秦洛没回来之前。 他们还是很想打探一下几个女孩和秦洛之间的关系的，于是接下来的话题就变成了这样。可可呀、啊，你长得可真好看，大姨在村里待了一辈子都没见过你这么好看的姑娘，你平时肯定可多人追了吧？你和小洛都在一个学校，小洛有没有追过你啊？这个不瞒您说，大姨，我的初恋就是秦洛，只不过因为一点点事情，后来就分手了。虽然分手了，但我们的关系还是很好的。哎呦，你们耍过朋友啊？快跟大姨说说。很显然。 为了能在唐钰抵达之前，尽可能多的在秦洛的亲属面前留下创造自己的优势，许克现在已经抛弃了高冷的标签，继续开始骚操作了。星星，我家二儿子特别喜欢你，之前你和妍妍上节目的时候，每天都是准时收看，后来节目不演了，他还跟我发脾气呢，还说要让我带他去魔都找你要签名，可惜今天他要上学没过来，不然指不定得多激动呢。没事的，二姨，等下我就给您一个签名，到时候您拿给您二儿子也是一样的。那好的很呀。对了，星星。 我听网上说你是那什么娱乐的老板的女儿，是有这么回事吗？我有个特别喜欢的女明星叫沈芳，她好像也是那个公司的，你能也帮我要个签名不？二姨谢谢你啊，没问题的二姨，我和沈芳老师可熟了，回头我就帮您去要。好啊好,好，谢谢你啊欣欣，你可真是个好孩子。对了，你现在谈朋友了没啊？哎呀，你也别误会，二姨不是想给你乱牵线，就是单纯有点好奇，毕竟我认识的那些小一辈的男娃子也没有能配得上你的，有也就小洛一个了。 而且我听说你们女明星都不能随便谈恋爱的，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啊？没事的，二姨，谢谢您的好意，您说的对，我们做艺人呢，有时候是不能随便谈恋爱的。至于我，目前还没有谈恋爱，毕竟和秦洛那么优秀的男孩子接触多了，再看到其他的男孩子也就提不起什么兴趣了。哈哈，瞧你这夸的，我替小洛谢谢你啊。不过你说的也没错，小洛这孩子确实优秀，我之前和老大、老三他们打麻将的时候，就老说老五有福气，能生小洛这么个儿子。哎，对了。 听你刚才那话，你是不是对我家小洛有意思？啊？这个算是有一点点吧，不过我和秦洛平日里基本都是在聊工作，没什么聊私事的机会。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知道你们女孩子家家的害羞。小洛这孩子打小就听我的话，回头要是有机会，我给你们牵牵线，那就谢谢二姨了。本性骄纵的邵星星，这次倒是把乖乖女的形象扮演的活灵活现，对于秦洛亲戚的要求那真是来者不拒，主打一个乖巧懂事又热心。不过和姚妍妍待久了。 本来单纯率直的邵星星也学会玩心机了，居然不动声色的把秦洛引入了话题当中，而且还扭捏的表达了一下自己的心思，瞬间就把秦洛的二姨化作了自己的僚机，操作方面比起许克来说丝毫不弱。妍妍，网上好多人都说你和小洛谈过恋爱呢，这是真的假的？还有你最后那场表演，二姨也看了，你当时和小洛说的话，好多人都说你和小洛早就偷偷在一起了，但后来又分手了，是不是真的呀？二姨，您别听网上那些人说的。 他们都是瞎说。至于那次在节目上，那是节目组要求的，为的就是炒作博眼球。我和秦洛是很好的朋友，也是一辈子的好朋友。而且悄悄告诉您，他现在其实有喜欢的人哦，而且正在追着呢。啊，小洛这条件还用追别人、啊？哪家的女孩子这么大魅力啊？快和二姨说说。相比起许科和邵星星的功力，姚妍妍就显得要纯粹多了。毕竟她早就把自己的身份认得明明白白的了，本着不争不抢的心思，她也不会做太多多余的事。 当然也不会把自己和秦洛之前谈过恋爱的事随便拿出来说，更甚至他在这时候还想帮秦洛打一手助攻，以求能早点帮秦洛完成他心里的那个夙愿。等秦洛意识到这一点，八成要狠狠的奖励谣言妍一波，然后再感慨一句：人生能得如此红颜知己，夫复何求？不远处，秦洛外婆家的男人们正在做杀猪前的准备，其实就是在闲聊等秦洛来，毕竟秦洛才是今天这场局的主角，大家给足了老秦家面子，秦洛不到都不开刀。 由此也能体现出秦洛如今在家庭中的地位。而既然是闲聊，那话题自然就绕不开今天前来造访的几个妹子。像是秦洛的舅舅，由于是跑大车的，平日里比较辛苦，年纪轻轻就有不少白头发了。此时正在一边抽烟，一边对着老秦感慨，还是小洛有出息啊，年纪轻轻就开公司当老板了，这也就算了，身边还这么多漂亮女娃娃。我家那小子要是有小洛一半本事，我做梦都能笑醒了。老秦笑着安慰道，没有的事。 我家那臭小子就是运气好点儿，哈哈哈！哈话是这么说，但老秦那骄傲炫耀的心思却是怎么都掩饰不住的。秦洛的舅舅对此倒也不在意，毕竟大家平日里关系就不错，秦洛能有出息，他做舅舅的也是打心眼里高兴。唯一觉得郁闷的，就是秦洛身边那么多漂亮妹子，而自家儿子却是至今单身，真是应了那句老话，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有车来了，是辆奥迪，没见过呀？你们认识吗？秦洛的二姨夫突然指着远处的坡道开口。 众人循声看去，都表示不认识那辆奥迪车的牌子。倒是老秦很机智，直接猜到肯定是臭小子来了，我过去瞅瞅。奥迪车驶入坡道，缓缓下坡。透过干净明亮的车窗，秦洛一眼就看到了遍布在外婆家院子各处的人们。许科、姚妍妍和邵星星和他的三个姨凑在一起，老秦和舅舅以及几个姨父在屋门前唠嗑，秦母则是和外公外婆待在一起。整体看上去颇为热闹。秦洛倒是没有看到同辈的兄弟姐妹们，也不知道是没来。 还是待在屋子里没出来。总之，随着他驾车出现，院子里的人们都将目光投向了这边。这个时候，一般是要先落下车窗，出声打个招呼的，但秦洛却没有那么做，而是轻轻握住一边唐玉的手，轻声说了一句：“别紧张，我没紧张。”唐玉人由他牵着手，语气还算平静的道：“一开始还有点紧张，不过现在好多了。”说话的同时，唐玉的目光已经扫过院子里的所有人，重点是集中在许科、姚妍妍和邵星星身上。 透过车窗，他能很清楚的看到那三个人，但因为车窗上有反光膜，所以他们应该是看不到唐玉的。话虽如此，但他们的目光却也都集中在副驾驶，庞福正在无形中与唐玉对视。很快，车子停好，秦洛率先打开车门下车，直接迎上了走来的老秦。爸、啊，回来了。老秦随口招呼了一句，随后看向打开的副驾车门，对着已经下车的唐玉笑着道：“小玉来了，快进屋吧，你阿姨刚才都念叨你半天了。” 叔叔好，唐玉大大方方的打了声招呼，然后走向车尾，打开后备箱，那里面有两人来之前给长辈们带的礼物。秦洛当然不可能把东西全给唐玉拿着，和亲爹招呼了一声后，也是迅速跑到车尾和唐玉一起把东西拿出来，然后便大包小包的拎着一起走进院子。许克和邵星星看到这一幕，都是忍不住撇了撇嘴，毕竟这俊男靓女一同出现，手里还都拎着东西，怎么看怎么有回家省亲的新婚小夫妻既视感。姚妍妍则是没什么反应。 知士笑盈盈的看着秦洛，完后还朝唐玉摆了摆手，算是打过招呼了。另外的长辈们也都在好奇的打量着刚来的两人。对于秦洛，他们自然是很熟悉的，但一段时间却莫名觉得这本来挺熟悉的小辈好像变帅了许多，而且气质也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看到秦洛，他们只觉得这小伙子长得挺帅，性格也挺随和，整体来说就像是个干干净净的大学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但现在一眼看去， 却觉得走来的完全不像是个大学生，倒像是个走出社会后混得很成功的年轻有为者。长辈们对此倒也觉得理所当然，毕竟秦洛这段时间搞了太多骚操作，如今还当上老板了。他们张罗着要和秦洛一家聚一下，也是因为这个。按照他们本来的想法，秦洛出现之后，他们就该热情的迎上去，然后问东问西了。但此时的情况就比较特殊，先是秦洛的父母带了三个各有千秋的年轻女孩回来，现在秦洛又带了个样貌气质皆不俗的女孩回来。 长辈们倒是没什么心情去关注秦洛了，反倒把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唐玉身上。今天的唐玉穿着一身白色的连衣裙，搭着一件米白色外衬，脚下是一双运动小白鞋，看上去就给人一种很清纯、很干净的感觉。而她本身又有着大家闺秀般的书卷气，这对村里的老一辈最有吸引力，几乎属于是看一眼就能让人喜欢上的类型。尽管他们还不知道这个女孩姓甚名谁，和秦洛又是什么关系，但仅从形象上来说， 唐玉已经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第一印象。小玉来了，快快快，把东西给我吧！秦母一边说着话，一边小跑着过来，然后不由分说的就把唐玉手里的东西接了过去。一旁的老秦刚刚跟着走过来，扭头就被秦母把东西塞了一手，然后敢怒不敢言的拎着东西放屋里去了。这一路累不累啊？进村的山路七扭八绕的，刚才科科都晕车干呕了，你没事吧？秦母嘴里说着关心的话语，但唐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科科两字上。 原本他还想着秦洛的父母会不会因为秦洛和许克之前的事而对许克心有嫌隙呢？现在看来似乎没有，这倒也不难理解，毕竟在唐玉眼里，秦洛的父母本就是很理智也很明是非的人，的确犯不着为了小辈的一点小事而心存矛盾。没事的阿姨，秦洛开车很稳，我没晕车。唐玉乖巧的应了一声，然后眨着眼看向不远处慢悠悠走来的两位老人家。秦洛本来是想着帮唐玉介绍一番的，但以秦母的热心肠。 到了自己的地盘，当然会尽到主人家应尽的义务。当即便牵着唐玉的手，给两位老人用方言介绍道：“老二妈，给你们介绍一哈，那个是唐玉，秦洛嘞朋友。”说完，又对唐玉用普通话说道：“这是秦洛的外公和外婆，你也跟着叫外公外婆就行。”外公好，外婆好。唐玉继续扮演着乖巧小媳妇的角色，言谈举止都显得非常文静优雅。你好，你好。率先说话的是秦洛的外婆，外婆也是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了。 佝偻的比秦洛的外公还严重，脸上的褶皱也更多，整体看上去是个很瘦弱干巴的小老婆子，但笑起来却显得很慈祥，很能给人一种亲近感。只不过因为这辈子没怎么出过山村，更不会普通话，所以方言口音很重，说你好尚且能让人听懂，但说别的再听起来可能就有点听不懂了。相比之下，秦洛的外公说话虽然也有口音，但普通话却说的不错，而且也明显更为健谈。此时正满脸笑容的对唐玉打招呼：“你也好，你也好。” 欢迎来我们这里玩，赶紧进屋里休息休息吧。没事的，外公，我不累。唐玉甜甜的笑了一下，然后又被秦母招呼着和其他长辈认识。这下子，本来该成为今天的主角的秦洛倒是被晾在了一边。不过他看唐玉没有表现出紧张和拘谨，而是展现出了自己大方的一面，再加上秦母说话做事也都很体贴，也就任由他们去了。至于他自己，则是先和几个长辈打了声招呼，然后又给姚妍妍等人使了个眼色，默默走到了鱼塘边。很快，三个女孩。 也屁颠儿屁颠儿的跟着过来了。许珂看向秦洛的眼神有点跃跃欲试，像是想要亲上去，但因为旁边还有其他人在，所以有点不太敢。姚妍妍眼神中带着几分戏谑，像是在说今天这局看你怎么破似的，活一个乐子人。至于邵星星，他此时表显得有些心虚，不太敢去看秦洛的眼睛，毕竟他这一趟过来还是瞒着秦洛的，而且心思目的也不单纯，甚至还撬了原本的工作。说到底，他现在虽然对秦洛有心思，但这份心思又还没表明。 尽管聪明人都能看得出来，但没表明就是没表明，所以此时也就很难有什么底气。相比之下，其他女孩就都不会有这种心态。首先，姚妍妍是秦洛的前女友，许柯是秦洛的初恋，两人都和秦洛有感情纠葛。唐玉和秦洛更是就差临门一脚，就算没有这层关系，总裁出门助理秘书跟着也合情合理。而他邵星星最多就是秦洛手下的一个艺人，贸然跑过来还真有点不太合适。如此想着，邵星星就越来越心虚。 忍不住说道，我去上个厕所。他说完就要转身开溜，结果秦洛一句站那儿就把他给硬控了。干嘛？邵星星面无表情的板着脸，尽量不让自己表现出心虚，可秦洛却站在他跟前，用同样面无表情的脸面向他，眼神也显得很凌厉，就好像生气了似的，搞得邵星星心里的压力越来越大。于是乎，那板着的小脸儿很快就绷不住了，心虚也有些藏不住，化作委屈浮现在了他那漂亮的小脸蛋上。你干嘛那么看我？ 我就是最近工作太忙了，想着出来放松一下，就跟着他们一起过来了。说话的同时，邵星星还在偷偷用眼角的余光观察秦洛的反应。见秦洛还是板着脸不说话，他就把头越垂越低，手指也不自觉的撵上了衣角。明明本性是个娇蛮跋扈的大小姐，但不知为何，现在的她在面对秦洛时，总是会不自觉的表现出这副没底气的姿态，这让她自己也很懊恼。而且明明来的不知她自己，许珂和姚妍妍也跟着来了，但秦洛却只盯着她看。 这就让他越来越委屈，最后忍不住一咬牙一跺脚，抬头瞪向秦洛。他有心想要说点什么，但偏偏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于是就只能这样看着秦洛干瞪眼。然后瞪着瞪着，莫名其妙的泪珠就开始在眼眶里打转了。秦洛看到这一幕也是有点愣，他刚才那样就是想吓唬吓唬邵星星。对于他们三个的不请自来，秦洛倒是也没多生气，最多就是因为前天晚上他们打电话来捣乱有点郁闷，但也真说不上生气什么的。 毕竟说到底，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也只是因为压抑不住对他的感情罢了。秦洛很清楚自己才是这个畸形环境中的受益者，所以当然不会随便找个理由和借口就对着他们发脾气，否则那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他自己都得鄙视自己。至于为什么想吓吓邵星星，那纯粹就是想逗逗他。结果他没想到邵星星这么不惊吓，居然就冒眼泪了。要知道邵星星本性可是个骄傲的大小姐，怎么现在动不动还就哭了呢？莫非恋爱中的女人情绪波动都这么厉害的吗？ 不是你哭什么？我也没说什么呀。眼见自己使过劲了，秦洛连忙换上和善的表情，开口安慰。但他不安慰还好，这一开口，邵星星倒是找到宣泄的方向了，咬着嘴唇就是一顿怼。谁说我哭了？我没哭。好，好，好，你没哭。你干嘛那样看着我啊？我带着那么多好处跑去你公司，都任劳任怨的干一个月了，给自己放个假出来玩一下不行啊？行，行，行，给你放假。我想放假就放假，不用你同意。你要是端着老板架子不让我出来玩？ 大不了我，我邵星星本来想说大不了我就会邵红，可他又怕自己说了之后秦洛真答应了，尤其对了两句之后，他也慢慢冷静下来，于是那种心虚没底的感觉就又来了，偏偏他刚刚才强势起来，现在低头就显得很小丑，于是只好梗着脖子一句话不说的瞪着秦洛，有着一头金色秀发的邵星星真的很有那种西方小公主的范儿，这一瞪眼倒不像是生气，反而像是在撒娇，惹得秦洛忍不住抬手在他头上揉了揉。 邵星星用扭头的方式表达不满，但最后还是被秦洛柔的头发凌乱，最后干脆就任由秦洛的大手在自己的身上施位他则是继续倔强的瞪着秦洛。秦洛见气氛差不多了，便笑着说道：“好了，生什么气啊？我又没说怪你们。你当初肯加入我公司，本来就是我占你便宜了，怎么还敢跟你端老板老板架子呢？况且你们来这边也让我的家里人很高兴，我谢谢你们还来不及呢，怎么还会怪你们？”邵星星一个连恋爱都没谈过的小丫头片子。 哪里受得了这种骚话，三言两语就被哄得嘴角上翘了，很是扭捏傲娇的道，你知道就不等好字还没说出来，秦洛就突然话锋一转，假装板着脸说道，话是这么说，但你经纪人那边的电话可是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要是提前请假也就算了，这突然跑路可是给不少人添麻烦了，这点你承认吧？邵星星刚填了没两秒，立马就又被敲了个大棒，但有秦洛刚才的安抚在先，心里也就没那么抵抗这种教训，于是撅着嘴说道，知道了。 回去我给楠楠姐道歉就是了，见她这么懂事，秦洛立马又乐呵了。既然你知错了，那我就罚你去车上帮我拿瓶水，可以不？哼，邵星星傲娇的哼了一声，屁颠屁颠的扭头去拿水了。然后趁着他扭头走开，其他人也都没注意这边的空档，秦洛直接一把揽过一边的许珂，招呼都不打一声的就凑上去亲了一口。嗯，许珂猛地瞪大双眼，愣是没想到秦洛居然一声不吭的就整这死出。 饶是他已经和秦洛亲近过无数次，互相之间的感情也已经到了相濡以沫的程度，但一想到这里是秦洛的外婆家，不远处还有一大堆秦洛的亲戚，他内心还是感到羞耻不已，以及那么一丝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刺激感。一旁的姚妍妍也是有些愣神，随后饶有心致的站在一边打量起眼前的两人，看向秦洛的眼神中带着几分调笑，像是已经猜到了他这么做的原因。嗯，别，摆脱了内心莫名情绪的许珂终于回过神来。 他半用力的将秦洛推开，红着脸瞪了他一眼。那么多人呢，你干嘛呀？秦洛笑着问他，心里有没有,有稍微平衡一点了？许克微微一怔，随后抿着嘴没有说话，只是疑嗔疑喜的看着秦洛。他这一趟悄悄跟着秦洛来川蜀，就是因为心里不平衡，说白了就是对秦洛单独带着唐玉出来玩而感到吃醋。毕竟他和秦洛已经是很亲密的关系了，可即使这样，秦洛也没有单独带他出来玩过，就连姚妍妍和秦洛在一起的时候，也一起去帝都旅游。 还去过秦洛在北方的老家，就只有他许柯和秦洛之间，仅有的就是几个月前的那场情感虐剧，以及近两个月那回想起来甚至有些不太正常的感情升温。作为一个女孩，许柯自然是感性的，她会忍不住想，凭什么他们都可以，就我不行？更何况唐玉还曾拒绝过秦洛，至今似乎也没和秦洛发生过那种关系，而他许柯可是什么都给了秦洛了，在这样的前提下，秦洛却依然将大部分心思都放在唐玉身上，凭什么？ 就因为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于是，在这种有些不平衡的情感驱使下，许珂跟着来到了川蜀。而秦洛显然是早就摸透了他的内心想法，所以刚才那突如其来的吻算是一个赔罪和安慰。抱歉，秦洛摸着许珂的脸，柔声安抚道：“我知道这次单独带唐玉出来，让你觉得很不公平。我保证，之后也会不及你一次更好的约会，可以吗？”许珂本来还想傲娇一下的，可他的一颗心早就系在了秦洛身上，那满腔的委屈和幽怨。 也都随着秦洛那一个吻和一句安慰，轻而易举的就被从心中抹去。于是他抿了抿唇，小孩子撒娇似的说道：“那你只能带我，不能带别人。”秦洛眨了眨眼，妍妍也不行。许克和姚妍妍虽然还总是拌嘴，但毕竟都在同一张床上当过战友，战况激烈时两人也是互帮互助，默契配合，所以实际上互相之间的关系已经很好了。不行，他都单独跟你出去玩过了。许克毫不犹豫的拒绝，然后又看了姚妍妍一眼，补充道。 大不了在下一次，我们一起陪你出去玩。姚妍妍在一边笑着调侃道，那我岂不是还得谢谢你喽？许柯用傲娇的哼声作为回应，但翘起的嘴角和微微上扬的眉梢，却代表着他此时愉悦的心情。秦洛一口气搞定两个，心里也是稍稍松了口气，转而看向姚妍妍。他刚要说话，姚妍妍却先一步开口说道，哎，你就不用安慰我了，毕竟我这次来就是专门盯着他们别坏你好事的，我又没吃醋什么的。他话是这么说。 但那心智盎然的小眼神儿却彷佛也想要看看秦洛会怎么安慰自己。对此，秦洛只是眨眨眼说道：“我没想安慰你啊。”姚妍妍眼角一抽，正要说话，秦洛却突然凑到他耳边小声说道：“这边的竹林多，人又很少，晚上我带你去看星星。”这简单一句话，瞬间让姚妍妍忍不住并了一下腿。秦洛嘴里说的是晚上去看星星，可两人相处这么久，他又如何能不清楚秦洛指的到底是什么？尤其是那微弱的声音，暧昧的语气。 以及说话时故意呵气到他耳朵上的气息，都彰显了这个男人此时不纯洁的心思。不过，这偏偏正中姚妍妍的下怀。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对于感情的索取方式，有人喜欢拥抱，有人喜欢接吻，有人喜欢无时无刻的粘在一起秀恩爱。而对姚妍妍来说，她最喜欢的就是和秦洛之间的深入交流，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候，她才能深切的感受到自己最爱的男人是属于自己的。而秦洛显然早就已经对姚妍妍了如指掌。 所以才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他的安慰。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姚妍妍也没想过秦洛居然会这么大胆。毕竟他特意提到了人很少，而竹林很多，想要看星星，那自然是得在室外，那、啊、得是有多刺激？这是姚妍妍还未曾和秦洛开辟过的道路。不过他天性大胆，对于这方面事情的接受程度也很高，所以内心的羞涩之事一点，更多的还是期待和已经开始酝酿的刺激感。于是他抿着唇，嗔了秦洛一眼，假装生气似的将他从面前推开。 自己则是迈着纤细修长的大腿，一步步走向院子那边，嘴里招呼道：“待会儿要做饭了，我去给阿姨他们帮帮忙。”秦洛笑道：“应该是给我爸他们帮忙才对。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川蜀这边的特色，平日里虽然是女人做饭，但一旦有什么事，比如招呼亲戚朋友吃饭聚餐，或者农村开大席，这时候往往都是男人们撸起袖子往厨房里钻。”秦洛寻思，他们也不是有多疼老婆，而是单纯觉得平日里做饭没意思，就得在这人多的时候好好露一手。 以此来获取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俗称装逼。许珂看着姚妍妍率先离开，本身也想跟过去的，毕竟这种能刷秦洛家亲戚好感度的机会，他可不想放过。尤其他为了秦洛已经把厨艺练得很好了，去帮忙做饭的话，肯定能狠狠收获一波好感度。不过在那之前，他还有别的事感到好奇，于是询问秦洛：“你刚才和他说什么了？”秦洛想了想，一脸坏笑地道：“回头你就知道了。”看到秦洛这个微妙暧昧的笑容，许珂本能的有些想歪了。 脑子里甚至还冒出了一些大胆的想法，不过他觉得那也不太可能，毕竟这里这么多人呢，唐玉也在。秦洛现在的主要目标是唐玉，为了不彻底断掉这条线，八成是不会做出一些太出格的事的。但还是这么说，秦洛刚才既然是和姚妍妍说的悄悄话，现在笑容又这么暧昧，那俩人八成还是会干什么坏事。许科刚刚才被秦洛安慰过，也懒得去想那么多，翻了个白眼说道：“你可小心点，别玩脱了。”说完，他还往唐玉那边看了一眼。秦洛乐呵呵的不接茬。 恰好邵星星这时候也拿着水回来了，一边递给秦洛，一边说道：“给你，行，走吧，咱也过去。”秦洛接过后，将瓶盖拧开，一边往前走，一边将水递给许珂。刚才听我妈说你来的路上晕车了，多喝点水吧。许珂抿了抿嘴，只感觉心里甜滋滋的，又很骄傲的看了邵星星一眼，这才把水接过来喝了一口，然后一步三蹦哒的掠过秦洛和邵星星，先一步跑到院里去了。邵星星在一边都看傻了，他愣是没想到秦洛这么出声，居然拿着自己送他的水。 去哄别的女人，委屈的情绪瞬间在心头滋生，让邵星星忍不住抱怨道：“你怎么对我就没这么好？”秦洛奇怪的看了他一眼，你这话说的，他们一个是我初恋，一个是我前女友，还一个是我现在正在追的，我对他们好是应该的呀，你能一样吗？邵星星心里不服气，想也不想的说：“那我还是正在追你的呢。”话刚说完，邵星星便在心里大呼不妙，然后就眼睁睁看着秦洛的眼神变得戏谑起来，嘴里还调侃道：“好啊。” 我把你当妹妹，你居然缠我身子！你邵星星一时语塞，涨红着脸憋了半天，最后破罐子破摔似的道：“随你怎么说，反正我就是那意思，你看着办吧。”对于邵星星的心思，秦洛心里自然是有数的。能够被一个方方面面都很优秀，最关键的是还很漂亮的女孩喜欢，作为一个男人来说，他心里当然是很高兴的。可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让邵星星也加入到这个怪圈当中。他和别的女孩不同，许科他们都是同一个宿舍的朋友。 本身就有一定的感情基础，秦洛又几乎是不分先后的认识了他们，还是齐头并进的，互相之间都有感情增进。相比之下，邵星星就和他们少了很多共通性，硬要说的话，那也就是他和姚妍妍那不太能见光的血缘关系。哪怕秦洛真的任由他加入进来，其他人那边怕是也不太好处理。不过仔细想想，许科他们是已经知道这件事了，而如今却依然愿意和邵星星掺和在一起，而且也没有因为姚妍妍的关系而对他出现什么负面观感。这么说来。 是不是我多虑了呢？秦洛如此想着，脚步也不知不觉间站定，用深邃的眸子凝视着邵星星。小姑娘被他盯得浑身不自在，却还是倔强的梗着脖子瞪他，嘴里叫嚣道：“干嘛？不服气啊？”秦洛摇了摇头，适当的劝道：“你应该清楚，我身边的情况已经很复杂了，甚至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和妍妍虽然没有重新在一起，但现在我们的关系比起谈恋爱的时候只会更好。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几乎是已经在明示自己和姚妍妍之间的关系，话里话外的，甚至还表明同样的情况不知发生在姚妍妍身上。邵星欣听后便忍不住咬了咬嘴唇，他明显是听懂了，表情也显出几分痛苦和挣扎，可嘴里却倔强的说道：“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只知道喜欢的东西就要拿到手，从小到大我都是这样的，我想要有什么错？我想要有什么错？是啊，想要有什么错？”秦洛轻笑一声，祝你好运。邵星星眯起眼睛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似乎在品味他这发话的意思，最后像是意识到了什么，撇着嘴很不满的说道：“哼，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渣男。”说完，他头也不回的掠过秦洛往前走去，不多时便也凑到了秦洛的亲戚长辈那边，满脸笑容融入其中。秦洛站在原地看着眼前的光景，目光先是扫过那些已经留存在自己心里的女孩，随后又一点点看遍周围那承载了自己童年时光的风景。记忆里，小时候外婆家还没有养猪，院子是用土砖铺的，只养了一些鸡鸭。 菜地倒是一年到头都满满当当，鱼塘也没有。那会儿那边还是一片稻田，是后来才垒起来的鱼塘。这么多年过去，很多东西都已经发生了变化，环境也是，人也是。秦洛不知道自己现在的改变是好是坏，但只要能让自己所重视的人能一直保持着像现在这般明媚的笑容，那这一切就是值得的。啊啊啊！啊杀猪一般的嚎叫声冲天起，又或者说，这就是货真价实的杀猪声。 被秦洛的外公外婆养了快一年的大肥猪，被秦洛的父亲、舅舅、二姨夫以及三姨夫四个大男人像是抬花轿似的抬了出来，然后摁在两条长凳上。大肥猪显然已经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着什么，不仅仅是嘴里一直在发出刺耳的嚎叫声，就连屎尿都一股脑的往外流。这村子里的人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养猪，早都见惯了这一幕。秦洛以前也不止一次的坚果杀猪，对此早就习惯。然而，对于唐玉、许科。 邵星星这些从小到大在城里长大的孩子来说，这一幕还是会让他们感到心里不适。尤其是听着那来自大肥猪的尖锐嚎叫，他们自己都感觉心里有些发慌，忍不住别过头，不忍去看。倒是姚妍妍对这一幕的接受程度很好，此时正在饶有兴致的看着，甚至还表现出一副跃跃欲试，想要参与进去的样子。杀猪了！随着秦洛舅舅一声中气十足的大喊，他手里的杀猪刀顺着猪脖子直捣黄龙，再抽出来时。 滚烫鲜红的血液变成骨流入早就准备好的大盆里。待放血完毕，秦洛的父亲拿来开水浇满猪的全身上下。舅舅手持菜刀开始给猪刮毛，三姨夫和四姨夫则是一同将满盆的滚烫猪血搬到厨房里。唐玉看到这一幕，强忍着不是开口问道：“那些猪血不直接倒掉吗？倒掉多浪费。”秦洛解释道：“这些猪血是要吃的，可以拿来炒菜、烫火锅，就跟鸭血一样。对于养猪的山村人家来说，猪的浑身上下都是宝贝。” 这猪血自然也不能随意抛弃，唐玉一脸了然的点点头，而后看着秦洛的舅舅将猪毛刮干净，接着手起刀落，连续几次之后，便将整个猪头完全剁了下来。姚妍妍看到这一幕，顿时悲伤的抱住了一边保持着偏头姿势的邵星星，故作悲戚道：“星星，你死的好惨啊！”邵星星被他整的有点愣，回头一看才知道是猪头被剁下来了，遂大怒，抬手要去拧姚妍妍的胳膊，姐妹俩旁若无人的吵闹起来。 许科在猪不再发出动静后，也稍稍适应，和唐玉一起看着不那边秦洛的父亲和舅舅开始解猪，猪头被放在一边，秦洛的父亲摁着猪，舅舅则是将刀刃切入猪脖子的断口处，而后两只手一起发力，朝着肚子方面一路切了过去，直接将整头猪的腹部切出一道长长的豁口，紧接着就是掏猪内脏，那些猪肝、猪胆、猪心、猪肺、猪肝,肝，除了个别东西是没法吃的，大部分东西经过厨具和调料的加工后，都能变得美味可口。 只不过眼睁睁看着这玩意儿从一头不久前还活生生的猪的肚子里被掏出来，多少还是有些影响食欲。待内脏掏完之后，整头猪也被一分为二，接着就是开始按照不同的部分将整头猪一点点切割。五花、排骨、二刀肉和刚才放血掏内脏不同，到了解剖这一过程，整体看上去还莫名挺解压的。连刚才假装和姚妍妍吵闹，实则不敢多看的邵星星都停下来开始看秦洛的父亲和舅舅在哪儿解猪。另一边。 女人们已经开始在厨房做各种准备，毕竟是要大办宴席的。一头猪虽然很足食，但大家显然不可能只吃猪肉。事实上，待会儿需要用到猪的菜也并不多，剩下的大部分都会分给在场的人们带回家去，或炒菜，或熏肉。剩下的则是会被秦洛的外公外婆放到冰箱里储存起来。所以除了这头猪之外，厨房里还准备了其他各类食材，像是牛肉、羊肉和各类蔬菜，另有鸡、鸭、鱼，这些都不用买，等下直接就地取材就是。 像是秦洛的大姨，此时就拿着一个有着超长杆子的抄网从屋里走了出来，看样子是要去鱼塘捞鱼了。秦洛见状，连忙走过去说道：“大姨，来我的吧。”他一边说着，一边将抄网接过。大姨却是忙道：“可别，你现在都是明星大老板了，可不能干这粗活。”秦洛躲到一边，不让大姨把抄网抢去，嘴里乐呵呵道：“瞧您这话说的，我开个公司就不能给家里干点活了？那我以后要是成了首富，岂不是吃饭都得让人喂啊？” 看到秦洛还是记忆中那个淳朴老实的小辈，大姨也是露出欣慰的笑容，打趣道：“那你要这么说，等你成了首富，二姨给你喂饭吃。”“别别别，那我妈非得把我嘴打烂不可。”“那让别人喂，我看科科就不错。”秦洛很果断的选择不接茬，装作没听到似的，扛着超网走向鱼塘。许科和邵星星第一时间凑到秦洛身边，从小在城里长大的他们还真没怎么见过别人是怎么从鱼塘里捞鱼的，这对于山村人来说很寻常的事情，在他们那里。 却显得格外新奇，尤其这件事还是由秦洛来做，那就更让他们觉得有意思了。姚妍妍倒是没有跟过去凑热闹，她对宰猪更感兴趣。此时已经从原本的站在一边旁观，变成了凑到近前去仔细的看秦洛的舅舅怎么切猪。秦洛的舅舅对姚妍妍的行为也是感到颇为惊奇，毕竟姚妍妍现在也是很有名的明星了，而且光是看着都给人一种时尚靓丽的感觉。可偏偏就是这样的女孩，居然对宰猪感兴趣，这莫非就是年轻人常说的反差萌？ 舅舅如此想着，一边的老秦则是乐呵呵的招呼了一句：“妍妍，你对傣猪感兴趣啊？是啊，感觉挺有意思的。你更有意思，一般小姑娘都害怕这个，你倒好，不害怕就算了，看你的样子都想亲自动手试试了。言言文言”姚妍妍闻言顿时眼前一亮，可以吗？啊、呃，老秦噎了一下，扭头看向秦洛的舅舅，后者想了想说道：“那你来试试吧，按、啊、我给你指的动刀，小心别伤了自己就行，反正也没什么危险。”谢谢叔叔，谢谢舅舅。 姚妍妍开心的道了声谢，随后从舅舅手中接过菜刀，按照舅舅的指示，瞄准了猪后颈上的一个部位。舅舅，这块肉有什么说法吗？那肯定的，这部分叫黄金二两，可以说是一头猪身上最精华版的部分，涮着吃、炒着吃都巴适的很。有一说一，你们川蜀人对吃东西确实很有研究，哈哈，别的不敢说，在吃这方面，我们川蜀说第二，还真没多少人敢说第一的。你看你这么瘦，等回头你嫁到我们川蜀来，不出一年。 保准最少得胖上十几二十斤。另一边的唐玉见小伙伴们都四散开来，一时间多少有些尴尬。他有心想要跟着秦洛去看他怎么捞鱼，但许克和邵星星都跟着过去了，他再跟过去，好像就也成了跟屁虫似的，总觉得有点别扭。但要说去帮忙做菜什么的，唐玉也不太擅长。再完美的女人，也会有自己不为人知的短板。像是唐玉，无论工作能力再怎么突出，也改变不了她从小到大都没怎么下过厨房的事实。还是秦母观察力高。 注意到了唐玉的尴尬，招手说道：“小玉啊，过来帮阿姨洗洗菜。”“好的，阿姨。”唐玉开心的应了一声，连忙走过去和秦母一起蹲在菜地边洗菜摘菜。虽然这种活他也没怎么干过，但这又不是什么难事，跟着秦母做两遍就会了。不多时也变得熟练起来。秦母在这个过程中有意观察唐玉，他询问道：“小玉平时没怎么下过厨房吧？”听到这话，唐玉顿时有些紧张起来，是没怎么下过厨房，不过阿姨您放心，我学东西很快的。 用不了多久就能学会做饭。看着唐玉这副样子，秦母连脚趾头都不用，也能猜出对方为什么这么紧张，多半是怕自己不会做饭，惹得未来婆婆不满。且不说秦母会不会在意这种小事，单说唐玉的这种心态，就让秦母有些哭笑不得了。一个许科，一个姚妍妍，一个邵星星，再加上一个唐玉，臭小子以前挺老实一人，怎么现在就变成个渣男了呢？这是随谁呢？秦母有些郁闷的想着，面上则是乐呵呵的说道：“小洛做饭挺好吃的。” 回头让他做给你吃，我吃过他做的饭。唐玉说道，他做的确实很好吃，还跟我说过，学会的第一道菜就是回锅肉，还是跟您学的。是啊，那会儿他还小，挺粘我的。每天我做饭的时候，他就在旁边伸着脑袋看。他喜欢吃回锅肉，我就经常给他做，可能是看多了吧，他自己就学会了。有天中午，我正准备做饭呢，他就把我拉住了，说给我一个惊喜，然后就跑到厨房去了，还不让跟过去看。说到这儿，秦母像是会回想起了当时的画面。 忍不住露出一个和煦的笑容。我纳闷他干嘛呢，就偷偷走过去看了一眼，结果就看到这臭小子踩着个小板凳在那儿做菜，那左手握着锅柄，右手拿铲子的样子还挺像那么回事的。那会儿他才八岁啊。唐玉有些惊讶，他只知,知道秦若学会的第一道菜是回锅肉，倒不知道他那么小就学会了。于是又问道：“那他做的好吃吗？”“好吃什么啊？难吃死了！那臭小子调料都放不明白，肉炒出来跟煤炭似的，油也放多了。” 放的青椒和蒜苔都被油煸成干了，吃着都发苦。秦母嘴里说着嫌弃的话，但脸上的笑容却显得那么明媚，还忍不住朝着鱼塘边正在捞鱼的秦洛看了一眼。庞福在追忆当初那个幼稚可爱的孩子。唐玉适时问道：“那您最后吃了吗？还是倒了？”秦母笑着说：“吃了，那么难吃还能吃得下去啊？难吃是难吃了点儿，但又不是有毒，也吃不死人。”唐玉点了点头：“如果是我的话，应该也会那样，毕竟那是秦洛那么用心准备的。” 如果您说难吃的话，他肯定会很伤心，说不定以后都不愿意再做饭了，也就不会像是现在这样有这么好的手艺了。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最重要的老师。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受到父母的很多影响，像是唐钰，他小时候其实是个挺汉子的野丫头，和发小玩过家家，都是让男生当妈妈，他当爸爸。只是随着年龄的渐渐增长，他知道自己身上有必须背负起的责任和义务，于是便慢慢学着褪去了青涩和稚嫩。 一步一步让自己变得优秀且完美，而这一切为的却不是他自己，而仅仅是不给父母丢脸。秦母说起的这虽然是个小事，但当时如果给了秦洛不好的反馈，那肯定会打击到秦洛，这说不定会让他从此讨厌做饭。然而秦母却很快说道，他爸当时就直接说难吃了，还吐到垃圾桶里了，说那玩意儿给狗狗都不吃。唐玉愣了一下，心想秦洛他爸性格还挺跳脱的，十多年前说话就这么时髦，嘴里则是问道，那然后呢？秦洛生气了？ 秦洛没生气，他生气了，因为我扇了他一巴掌。毕竟他说那话的时候，我还吃着呢。噗，唐玉一个没忍住笑出了声，然后又很快收敛笑容，生怕自己不够矜持的表现让秦母不喜。那秦洛呢？他之后还有在做饭吗？秦母则继续说道，有啊，他当时就又跑去厨房做了一次，然后以后每天都做一次，有好几次切到了手，还被油溅的起了好了几个水泡，但他连哭都没哭一次，一直做到了他爸夸了他一次。唐玉还是头一次听说这事。 恍惚中，庞福脑海里也浮现出了一个小男孩倔强的样子，忍不住点评道：“跟赌气似的。”秦母笑了笑，说：“一开始我也以为他跟他爹赌气呢，但后来我才知道。”他话说到这儿，突然眼神微妙的秦洛那边一眼，然后又看向姚妍妍，最后看向唐玉，柔和的目光中包含了好几个人。唐玉忍不住问：“知道什么？”秦母笑着说：“后来我才知道，他只是单纯的想让自己喜欢的人开心，想为了自己喜欢的人把事情做到最好。” 为此，无论怎么委屈自己，付出怎样的努力都没关系，仅此而已。唐玉，唐玉本来以为秦母只是在和自己闲聊，可听到这儿，他觉得自己似乎明白了秦母说这些话的意图，又或者只是自己想多了。少女放下手里摘好的菜，抬头看向鱼塘方向，那边秦洛已经从里面捞出了一条看上去很大的鱼，鱼在抄网里不断挣扎，但怎么都挣脱不出去。他强有力的双臂抓着抄网朝这边走来，许柯一脸崇拜的在一边看着他。 邵星星也兴奋的跟在一边问东问西，另一边过了把手瘾的姚妍妍也没闲着，她拿了瓶水走向秦洛，递出去前还贴心的把瓶盖拧开了。唐玉看着这一幕，脑海中回想着秦母刚才说的话，双眼略微有些失神。等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对着秦母嫣然一笑，说道：“阿姨，回头您能教教我怎么做菜吗？我也想做给秦洛吃。”秦母眨了眨眼，笑着说：“行，待会儿我就教你。”